我也不过在渔业20年而已，20年。好，我在协会早上执勤，我就被派出去对渔业署去做渔业。那个年代做渔业是没有人要做的。好，我也是在一个上班的条件下回到乡下去偷害保民。好，这个比较难哈。20年前没有回乡创业，也没有青年回乡，那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搞派。好，所以我跟农民认识也快20年。那个年代就是民宿刚兴起的年代啊，我很幸运，我30几岁回家，我什么事都遇到了，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们921，我们 SARS，大概所有的台湾这20年来发生的事情，我都跟着地方一起面对。所以，等一下我所讲的经验是融会的哈，你不要用农业来评断会起雾。这几年来，我的资历就很可怕，很可怕。不是我很厉害，是地方很被需要。因为我长久蹲点在地方，我长久哈，我不是以一个审查委员，然后到地方就说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是反过来的，我是地方派驻在委员里面的尖兵啊。为什么？因为我都在帮地方说话，我在做很多的审查案。我的观念里面不是让地方不利。是反过来，是如何能够转个念让地方发展，这样可以接受吗？好，因为我常常会遇到就是这些问题，是人家叫你，你去干嘛？你去干嘛？你去干嘛？啊，你去转型，你去改变，你是什么样？叫人家做相对是容易，自己做相对是难。所以为了这件事情，这5年我在宜兰也做了基地，我也亲自带了6个年轻人，80年都是80到90年次的团队亲自下来。的确，我们用我们的论述在做实证很有用，而且这些经验未来就是要扩散。因为我许愿在做15年的培训，这个培训就是陪年轻人。各位，阿德老师刚好50后，只有一件事情是不会越做越积极，因为体力啊相对的条件，可是知识都累加得很长，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跟我一起许愿，培养下一代。就要靠，因为以后就是要靠培养下一代，直接换代啊！不要用你的头脑来跟我挑战，没有意义。因为我自己的头脑都换掉了，你跟我挑战什么？大家看看我的历练啊，这个历练点到就好。因为最高到国发会的地方创生委员是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亲自来宜兰看宜兰案例，我是这样子被提拔的，被国发会的主委提拔。再来部分在教育部、在观光圈、在海委会、在农委会、在劳动部，所以你找你到讲的，委员的名拢在遮，我拢是小委员哦，我拢是决策委员啦。决策委员就是可以定政策，也是因为这几年多念了一点书，有机会去参与。最近在参与的比较多的事情是这一件事情，是第一个是有没有听过观光圈？这里叫做阿管处哈，阿里山风景管理处。这里成立的就是大阿里山风景的观光圈，在基隆东北角就成立东北角观光圈，北海岸就在皇冠北海岸成立观光圈，观光圈就是观光产业手把手一起发展。好，阿里山文化，阿里山什么观光圈？三山风景管理处，中彰观光圈，竹竹苗观光圈，好，都是观光哦，这是观光领域。再来是负责一些海岸聚落的研究，因为我从社造到农战，现在在研究的是台湾用海洋文化这件事情去带每个地方的文化发展，这是研究。那再来从社造一直到中企处、中小企业处的一些计划等等，大概都涉略了一些工作，这些工作都让我有很厚的地方经验，因为我都要亲身历练，我亲自去走过。所以我在点你们的事情，一定是从我的角度，不是你的角度。所以我刚才讲到一件事情，那走出门之前，那做什么事？忘掉。因为我的角度会害到你，我的角度会害到你。因为辅导委员，什么是辅导委员？服了会打啊，不是吗？我们有好的人来找我说，你来做外辅导委员，想你看他变的时阵，
他的老师在做外辅导委员后没有听过，都是哇就赶快了，我快不行了，我哪里不好，需要被政府怎样，辅导委员就去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去我是讲什么？我会的，是吗？还是讲你会的？不会的。啊，我走了嘞，你还在看我会的，所以你不倒怎么办？再来，很多的地方发展，你有时候会陷在你自己的角里，你自己的坑坑里，所以你看不到。所以我会鼓励你来上课，先把本位拿掉，跟你周边的同学好好聊一聊。哦，原来你们高雄是这样，哦，你们民雄是这样，哦，你们台中是这样，哦，你们台南是这样，对不对？上课最有用的高手在民间，嗯，这是我最厉害啊，这，哦，高手在民间。那我今天想要从宜兰我在做的创生案整整五年了哈，这五年刚好是在国家还没有创生元年之前的前两年就开始，因为我们是示范计划，我是少数里面在示范计划连续两年，也就是他有跳几个县市，然后可以持续办理。这个案例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现在是在国发会的标靶案例，也就是变成地方发展的雏形。简单考一下各位，考哈，老师说考试你很多就要竖起来，对不对？好，知道地方创生的举手，一个、两个，啊，两个而已哦，嗯，恐怖嘞，恐怖，啊，地方创生跟打倒共匪一样重要，啊，因为它是国家战略，国家战略，什么叫战略？就是要耳熟能详，要一定要熟知，因为所有的政策。基础要往地方创生靠的。好，我简单说一下地方创生给你们听。那这仅止于我解释的版本。好，这个乡镇叫什么乡？石卓，对不对？石卓的小孩会留在这里发展，还是出去？好，我记得同桌还有米陀，对不对？你米陀，米陀的囡仔是读册成功出去，还是回来？出去。还有没有什么乡？很多的偏乡是不是小孩子都被要求念到书、有工作就出去，会不会回来？摇头嘛，哈，不会回来。所以小学会不会废校？会。国中会不会废校？会。有没有机会废村？因为没有年轻人，就剩下长辈了。长辈到健康有状况有问题，就要往都市靠拢。所以开始减少之后，会不会废校？会不会废村？废村会产生什么画面？会开始没有警察局，没有邮局，没有行政资源，对不对？那就变成村落，就不会有人再回来了。那等于是癌症末期。再来就判定他波兰了，跑来了。现在社会有没有杀警察的事件？有没有去柬埔寨的事件？为什么？那叫社会边缘人。你们不要以为大家那么笨，怎么都往柬埔寨走？明明是骗你，你还要去，因为那叫社会边缘。当地方发展，这里的压力没有办法帮都市纾压。咱讲嘛，以前回来吃，我欠你一份碗面，现在有那份碗面吗？无，所以就会产生社会问题。所以废一所学校，就是盖一所监狱。这个逻辑听得懂吗？嗯，好，合理哦。嗯，所以现在也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产学落差。所以听到宜兰的小朋友啊，念的宜大的智慧农业班，对不对？第一个宜大国立，啊，智慧农业有很多的专业教师，让他留乡，让他留校，让他留在地方发展，让他留在他家照顾他父母，帮社会解决多少问题？哦，多了，多了。所以创生重不重要？哦，创生重不重要？但是我不能叫他回来怜悯家里，因为要照顾父母，不要出去发展，那社会就没动能了嘛。最好他回来还开进口车，这样好不好？嗯，就是事业发展，不要笑，是真的，是真的。为什么啊？粮食不是不够了，粮食给力就31啊。如果未来农民的地产地销发展、体验经济、地方发展，你本来就可以是老师要直挺挺的做渔业啦，可以接受吗？观念先有，我们再来谈体验，可以吗？嗯，所以因为这样的条件，大家来想想看，从地方创生该不该做？以区域来做，地方创生不是都市没事，
都市的角色跟偏乡角色不同，也就是说，这个叫偏乡山上，对不对？中继城市在哪里？可能下到山下，或者是到中继城市，啊，再来到嘉义市，再来到台南都、高雄都、台中都，所以每个乡镇有不同的角色，所以地方创生就让大家可以安居乐业，回到地方发展。好，再考各位一个问题：什么叫永续？现在在谈永续啊，要不要永续？你们觉得要不要永续？要。为什么要？为什么以前不做？我们现在要谈这个问题哦。我最喜欢推人不要做，你就会做。不是都这样子吗？我叫你做你就不要，买弄卖税，弄买三高卖税，七高卖税，七个月卖税，很紧张的税啊，对不对？为什么以前我们不推永续？以前你家里有那种迫切的感觉，好，现在迫切的感觉，好，很准，对。那现在就是那时代的变迁哦，那种压力越来越大，那种感受越来越深，对不对？好，第一个。因为以前干嘛有去赚多一点，对不对？赶快卖掉就好了嘛。那时候丢海里有没有差？没差啊！我去澎湖集备，下午四点要下课，小朋友来到校门口集合，把班上的垃圾集中，然后呢到海岸一二三他就丢了。那个年代啊，啊你不要笑啊，台湾也是海包型垃圾场啊，只是垃圾车帮你集中，你没有直接丢而已啊。年代不同，对不对？所以毁了环境有没有关系？那个年代没有关系。所以惯性农法、重农药的农法有没有关系？当然没关系啊，对不对？我隔壁啊，那喷喷的，农人没除草啊，有赞不？哦，那你拢下头在困倒呢。所以那个年代，第一个环境跟你没有迫切关系，没感受。第二个呢？因为你的东西在买卖的时候你是趸售，你是高欢的，不管什么条件最后都被集中，对不对？所以有关系的是谁？吃的人。那吃的人有没有关系？没关系，那就没有关系了，不是吗？那现在为什么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去？因为你卖我啊，你东西要卖我啊，我是你的朋友，对不对？消费者是认你的品牌呢，有没有关系？啊，再来是你要传给小孩呢，你土地把它毁了，你小孩怎么接？对不对？所以永续这件事情，我答应过做到顾尾啊，做到顾尾啊，所以我们都要想创生，想做到顾尾。啊，再来效益要好。以前大家都闷着头，消费者不买你干嘛做？对不对？阿爸我干。阿公老了来，对不对？台湾最常听到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来的是，啊，就已经市场流失了，就已经不能外销了，那你还能干嘛？你还在坚持哦？因为我们的农民没有消费者资讯，好、哦，这不是说一点点，我讲是长远以来被鬼遮眼，怪谁我们就不要怪了，要怪很多人。啊，最后只有一件事情是自己要站起来，所以为什么要做体验？农民为什么做体验？一级还不够累，再做二级；二级还不够累，再做三级；三级不够累，还要做六级，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问题？他、啊、为什么这么累？刚才讲的第一个叫创生，衍生出农业的生态系，有各种的工作会产生，会产生很多的缺。当效率提升，它生态系会发展，就会变成一个群，才会共同发展，才叫事业体。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家，听得懂吗？一个饭店系是不是这样子？一个农场系是不是这样子？用生态系概念就是啊，生态本来就不会同一种树嘛，同一种昆虫啊，农业也一样。所以我们在谈的创生就是生态系的概念，是回到地方让它生态系发展，不是我们去主导，主导很累，塑形更累。所以要回到自然而然。所以什么叫自然而然？简单啊，找地方的 DNA。什么是地方的 DNA？ 这个地方如果它原本就有这么
漂亮的空气，这么漂亮的山林，那它就是它的 DNA 啊。因为树有没有叫你维系啊？你有没有花钱去维系树？没有。它这个风景这么漂亮，你花多少代价？这就是原来的。当你有原来的特质，帮人一样，你有原来的特质，你怎么可以不运用？那、啊、你每次去学隔壁，然后请名牌，让安那西装打扮，安那素颜的小素颜，听吗？所以每个乡镇现在都在长 DNA， 包含你的庙宇庆典、你的农民、你的腔调、你的语汇、你的地方所有让游客感动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哪怕只是简单的一点点的什么的小活动。很难哦，可是你要想想看，不是大活动嘛，因为大活动同质性相对会高，同质性相对会高，所以因为这样的条件，这个案例比较特别。好，这个案例我大概简单说，这个案例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跟大家谈。因为这个你们去对号入座好不好？好、哦，对号入座哈、哦。台湾养殖业在早期依然很强，因为依然以前是外销日本，所以养什么就好什么，这样做不做？走走走，你可能是学校的老师，好、哦，你早上晚上进渔温赚的钱都比你学校多，走走啊，做做做赚到钱的，赚到钱要做什么？买地盖房子。对，再买，然后呢，再养，然后呢，叫你的谁再回来再做，要不要做？所以这一窝大家在撞，全部都是养殖。而且地已经都不能农业，因为叫专业养殖区，所以该有原本有灌溉渠、排水渠都没有了，对不对？都变成什么大管、海水干管，因为要好好养殖。那、啊、什么时间会坠落下来？供需问题，第一个是日本外销断了，跟现在那个大陆断一样，外销断了。第二个，因为大家以前不有序。所以大家都在最小的面积要养最多的鱼，对不对？哦、不管养什么，要不要最多？因为你价格才会上去，因为你不是用单价，你是用整批嘛，像赌博一样。所以要不要赌？所以下药就中，下药就中，头破了，然后破皮了。当破皮会怎样？老天爷很厉害，会一次还你。所以不管九孔生的病。不管是虾子的病，不管是鱼病，地方发展现在有七成荒废，七成荒废就是你可以看到在类似这样的树林，有七成的树都已经死掉了，看起来有没有很可怕？就是在宜兰的壮美，阿德老师这个情况之下进了壮美，那进了壮美要做什么事情？当你县长跟你讲，我想要把这个地方活起来，哇，谈何容易啊！因为以前大家都赚很多钱，我去宜兰上课啊，就像你这样上课，早上九点要上课，其实渔民就冲进来了。老师，你叫华工，有什么比起毛较赚钱？有什么米啊比起毛较赚钱？有吗？红无，阿罗无比起毛，有啊。喝醉酒进来的早上，因为大家还在留在以前那个光景，养蛮赚钱，会不会回来？不会，连半秒都没有。所以，因为这样的条件，请问一下各位，你们要怎么解决壮美的养殖问题？有没有人有想法？有想法我就请你来当专家，来跟我一起想想看，什么条件下？如果假设你们种什么都可以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已经是在台湾已经是可以复制的，对不对？石斑有没有禁止外销？大陆有没有断？断了，还在呢？断，对呀、啊，一样意思啊。都一样的逻辑啊，早就遇到了，怎么解决？看、啊，摇头哦，七成哦，七成是荒废的哦，很惨。那个年代长辈跟我讲，黑暗亮桃买花，黑暗亮桃会花，表示钱财起啊，早晚看一看，现在都是这样。而且七成是这样的才可怕，而且那一点回来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它是盐水的，盐会盐水的，你知道？哦，就壮壮了一下，
有七成的荒废的时候，它几乎看起来就是荒废掉。少数的人还在养，还在拼，还是这三成。所以我在这个时候进到宜兰，我爸爸就是宜兰的壮烈人，那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倾听地方渔民的声音，而且我不能去听长辈的声音，因为长辈的声音抱怨的比例太高，我都要听年轻人的，像这个就像跟你差不多的时候，这个是都是排球国手、运动选手回来做养殖，这宜兰的小孩，这是养殖二代，家里有养殖池，爸爸养什么他就不养什么，爸爸养什么他就不养什么，为什么？有想法，有想法，这是外地回来，外地来，我第一次进场跟他们开会讨论，刚好遇到九个人，所以我们就取名叫九条好汉在一班。从这九个人开始我们的创生计划。这是高尔夫球的国手，职业选手，退役回来宜兰做养殖业。那我就去说服县，我去说服县。等一下我跟你讲我的策略，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开始想，我们没有让他养很多，我们想要让他卖很好。转个念，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要种多一点，可是都忘了，重点是现金多一点，不是种多一点。这个部分就慢慢来了，花了五年的时间走到今天这个阶段，成功了吗？上轨道了，我只能讲上轨道。什么叫上轨道？地方的发展不能只有一家改变，其八个九条好汉现在只剩下不到四个，但是新增的大概有一二十个，因为会有适合跟不适合，所以不是今天上体验课程你回去就纯做体验，你体验要干嘛？我去做你的农油认证、特色农油认证，我不是在验你的质感、你的价格，不是我在看你的整个体验活动在你的农业扮演什么角色。再讲白一点，一个茶厂很好的茶，做了茶叶体验，他为什么要做茶体验？为什么要做茶体验？为什么？因为印证那个品牌啊！我告诉你，我很有趣啊！我告诉你，我有经验啊！我告诉你，我在台北，我就够秀苗苗呢，是不是？所以消费者会不会认同？感同身受，变成你的客户，会不会？客户很难的，对不对？那累积个客户容不容易？不容易啊！茫茫大海，我找到你，你又愿意持续跟我家买，还帮我推荐到你的学校、你的公司、你的企业，是不是恩客？是。所以农业很有趣的是，你必须要找到鸡排。所以在地方发展里面，我们现在在做的都是 就是再一次上了这次课，你要回去重新再盘点一次。回去省思自己，第一个是，你看哦，简报我都提供了哈。第一个是你看到了，重新发掘地区的魅力，地区哦，不是你家哦，对不对？我在宜兰，我在圆山，我回去做农业，我改变什么？我扮演什么角色？你们不要怀疑，但长辈们我就不多说，长辈们以前很厉害，我讲给以前，现在比较厉害是谁？小编，网路。空战是不是？被开机，晚上两篇文章打出去，明天可能就爆满了，对不对？有可能，有，不是有可能，都是。第二个，再思考，地方发展要迎合政府的政策，出来就是对接政策。不是我跟你公公话厉害，政府的政策在发展，我没有让你要补助，可是要跟政策走。大家都知道政府会锦上添花，对不对？对不对？就会出名，什么意思？尽量自己把成果做30%，政府就来找你了。
是吗？你都领去找政府，政府要救你，政府当然不要啊，不是吗？但是你已经做到30%、40%、50%，这是从国外跑回来，政府找不着你，这叫锦上添花的策略。你干嘛让他雪中送炭？你干嘛写这么弱？我们的农民永远要弄雪中送炭啊？为什么不能永远做那个花嘞？可以接受吗？所以在要补助的人，我都说，你先内自省，你有没有做到30%的进度？我们再来谈。因为你30%进度，我审理一定很好审，写的清清楚楚，人事地物是你的人力场盘点，你所有东西都完整了。你做什么政府一来干哦，你都准备好了，当然给你了，教会了吗？以前都反过来的，我想做这个，可是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要做啊，都没有人拿着枪逼你一定要做，对不对？啊，什么叫做有钱？挤出来就有了啊，强的内包啊。当你这个30%做到了，你后面的钱就会追着来。听我的，听我的，好、哦，记得哦，你不要都没有啊，或者说谁可以帮你的吗？没有，除了你老婆之外，没有人帮你的，你小孩也不会帮，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再来是人才，地方的人才最重要。所以我现在在东北角都要培训在地制作的，就像上的年轻人，好、哦，比比皆是。你像年轻人哦，一股返乡潮，返乡潮是政府推的。如果这一波窝都死光了，以后就不会再有返乡潮了。啊、哦，是这一波哈，45岁以下，哦，在座45岁以下请举手。我看是出几个金门，我一次的，哦，陈慧对不对？4个人，不好意思哈、哦，政府定的不是我定的哈、哦，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是乡下的年轻人，乡下的年轻人我的定义是45到65，差不多吧，因为所有的条件都刚刚好，对不对？还可以帮长辈，对不对？好、哦，所以你看到、哦、现在直播的计划，青龙返乡，对不对？留乡。然后大专回流，叭叭叭叭，所有的计划都是45岁以下，啊，所以来的是表示什么？该早晚来了，该早晚来了，晚都来了，听懂吗？好事，好事，再来，我讲的是日本策略啊，再来是用新的方法来改变地方，所以我昨天叫你换了，哥，你行嘞，无路啦。都要来火炉，你知道？因为我看我走最快嘛，我至少20年哈，20年在地方就是把社造从头看到尾，好、哦、看完。那来的是不是讲北山豆桃片，我话你较紧嘛，换一条路较紧，换方法，换方法。哦，所以不拿政府的补助可以做什么？直接做品牌的公司啊，可以做品牌辅导的公司啊，产品不就一直进来了？条件了，以前从自己的发展，产品有限，能量有限，卖的有限，那有什么不帮别人？这差几回啊？干嘛都自己种？赶快变成宽裕了。体验活动一个有吸引力吗？我不知道，厉害的人做一个，可是我不厉害。我常常做结盟，一条滨海公路，一个农业区，一个乡村社区的发展，大家来做不一样，好不好？这就是换方法。所以你看，现在我常讲，餐桌本身不是餐桌本身的仪式感，因为那个都偶尔来一次，食材才是天天买，对不对？认清食材，那高贵不贵，健康安全，朋友重那个，这个会常态啊，啊、哦，那再来是品牌跟高质化，高质化就是大家的农业，因为现在遇到说啊，你也刚低，我也刚低。啊，你也看后来看后，你在，所以未来你的包装哦，有机会这个都不用嘴巴讲，等国庆开了，自己花一点钱自助旅行去日本，他直售所给他看个时间，你就懂我在说什么了。我再讲一遍一个事情给你们听好吗？这叫文明水平，有没有听过食农教育？有哈、哦？什么是食农教育？什么是食农教育？什么是食农教育？很简单，我囡仔有影食米，知影米价嘛？不是台语安尼讲吗？我细汉吼了解咱农业的所有过程嘛，对不对？
啊，卖囡仔一只，鱼仔就是红色的啊，对不对？鱼仔很好吃，对不对？我们都过度精致化之后，变成不懂农业嘛，那个土很脏，对，水很脏，有没有？是不是这样讲？那我们就没发展的路径了嘛。食农教育现在台湾要教，对不对？要教，也从小扎根嘛。为什么叫从小扎根？因为年纪到一定以上，已经来不及改了。等到三千，那三拖啊，年纪不一样，市场在那一带。我问你们，上厕所要不要关门？谁教你们？从小就对吗？好，从小就这样，本来就这样。有没有以前我早期去过大陆？上厕所要不要关门？根本没有门，还关什么门？我都不怕你看的，你关什么门？有没有？欸、这逻辑很有趣哦。有没有听过社区兄弟营造？有，有哦。谁教我们的？从哪里传来的？上去的那个长官底下。啊，你是长官，我比较早一点。哦，应该是日本。对对，日本对不对？我也是，我还没去过日本，我就说是日本传来的哦。有一次日本的农业记者来，我在介绍台湾环境，我还谢谢他哦，这是日本教给我们的社区兄弟营造。透过翻译听不懂，我们还有社造，讲了半天听不懂，后来我知道答案。当教育到一个程度叫内化，所以从小就这样，所以那叫内化。课本里面没有写叫你厕所关门，可是厕所上厕所本来要关，本来就要关门。可是如果今天是大陆，要不要排队买东西？要不要排队？为什么不用？你他说排队怎么买得到？要不要教？旁边都是标语，旁边都是口号，有没有？有，所以表示什么？很多的事情要慢慢累加到内化，变成我们的文化特质，那就叫做文明水平，听得懂吗？中间的过程叫文明进程，逐渐改变。食农教育在改变谁？改变消费者，对不对？改变消费者。未来我们的农业精进了，消费者认同，才会在一个节点上结合。本来就这样。我问你们，现在你去买菜，有没有说这问这 UGA， 问这不知道的？那我讲另外一个话给你听，问这不是 UGA， 问这不知道，是吗？吃的比较有抵抗力。这个是因为我的老师，我现在在海大上课，我带的课就是副主委的一些李建全，他说、啊、食物怎么可以有毒？来，观念两个，观念两个，食物怎么可以有毒？有毒无鸡、啊，有毒无鸡那就没命了。所以回过头来看，消费者认同，不用消费者的你会讲给你听，好不好？你们有没有健保卡？有没有看医生？有没有吃药？所以你不是有鸡的。因为零减租嘛，不是零用药零减租不是吗？对吗？所以只要健保卡，你有吃了药，你就是。那这个环境下，植物、生物会不会有病菌？会不会遇到挑战？会不会？会不会遇到感染？还要不要治疗？所以要不要吃药？来啦，对呀 ，COVID-19 大家在喷，不是吗？我这边消费者不要强求农民做有机，我觉得是要做无毒，可以接受吗？所以日本的农业贵，我一直问为什么这里都没有有机的贵，因为日本是零减，是低减农药法，他们叫减农药，不是有毒，减农药，农药不是毒药。各位看，你健保卡拿的是毒药还是药？这样形容消费者可以认同，会在社大教很久，可以认同吗？所以要不要用药？要。人都会用药，你要求植物比 I 呢？所以，但是这个用药要不要连检出？要。要不要低于安全值？要不要做到无？我们不见到有机认证，到无毒认证，无毒农业要不要？所以日本叫减农药法，很好玩哦。这就是慢慢跟消费者要沟通。他们水都有机，我问你们猜这里多少人是有机？
自由基的举手，常态。我们是在龙回开会，对，这一个，但是来的是市场有机市场多大，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的，我帮农民说话的是跟着环境改变，减农药是对的，然后慢慢朝向健康发展是对的，认证是对的。那我再问你们，你们东西进到了市场，进到了卖场，检验费谁出？对，这个是代志啊。你到边啊，懂不懂？政府帮你决定啊。在日本，全部都是农民出啊。为什么？你要证明你家的东西，还要政府帮你验。他们几乎所有的卖场都要验，我都问抓到算谁的？农民的啊，剃光头啊，都剃光头啊。为什么？你对你的食物不负责任，害了大家，老鼠屎啊。所以一个这样的概念，大家来看看地方的发展。最后一个比较有趣，体验叫 DIY 吗？跟各位讲另外一个比较赚钱的话，用你的生活跟他换生活就是体验。聪明一点，不是做苦做劳哈，不是那种劳心劳力而已哈，是用生活换生活。在宜兰，就是圆山一个农业课程是22000块，曼岛食堂，一个水耕期，让你来3个月种稻，然后有几个人一个稻田，然后这几个月刚好就换了人生休耕期，所以也有香港的人来到台湾种水稻，通常种了之后就会买房子在圆山的。然后就开始融入这个环境，这里的庙宇，这里的人情味，甚至小孩子的教育就在这边的学校发展了。这个是最棒的体验，生活。所以这个 cycle 是日本在改变地方创生很重要的要件。上面我都有帮他写上了，下面的字是我们现在做的地方创生的版本。啊，不会一次改变，好不好？好。第一个自己都很难改变，何况是改变别人。所以我现在已经比较不喜欢去谈社造，一造就要造人、造景、造产，造就改变哈，会不会回到原来？但是这原来要好，对不对？农民，我们要有趣，原来就会好。所以玫瑰要做有机是对的，对不对？你不做有机怎么可食？所以慢慢品牌化、高质化之后，回到了生活。回到了生活，你的条件就会改变。再讲一遍，会变成自然而然。慢慢去看日本节目，移居乡下、农乡，他们节目里面都是制度式行销。日本的节目都是制度式行销，他可是农林水产省的后面，他在告诉你他们的职能的认证，他在告诉你他的包装，他在告诉你食材他怎么去使用。啊，这个基底就是食农教育，他们叫食育教育嘛。食物本身，台湾还有很长的空间要改变，所以在地方发展里面，你看我们在前面做的是人地产的 DNA 的盘点，再来是办了非常多的工作坊，跟地方邻居的共识大小，那最后老师会找出论述，等一下要教各位几个去分解你家里的体验活动的论述，这也就是我在国发会。找出来的答案，这还蛮特别的，哦，这叫微商模，啊，微商模就是比做生意在低一级，还没有到做生意之前，会有一个商模出来，这个商模你认同了，你就会想开一个公司了，因为你怕一直做做被人家学走，被人家带走，不如自己做个品牌，哦，好，地方创生有五支箭，我大概简述讲一下，第一个，企业投资故乡。像这个环境有一个不错的饭店，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跟这个地方原住民，跟这个地方的茶叶，跟这个地方的生活聚落共构，好不好？友善的企业，我讲的不是高污染，或者是把跟地方搞得乌烟瘴气，我讲的不是。企业投资故乡在日本很重要，比如说一个好的烘焙厂，一个好的加工厂，然后可以到地方来。我举个例子，好的，我去访了一个叫丰冈市，那丰冈市呢，早期都是工厂。都是做包包的，皮包、皮件这些包包的饰品的工厂，然后因为大家都迁到大陆去了，啊，迁到台湾来了，这日本工厂会不会萧条？他们也一样，
外迁外移，那怎么办？工业区啊，一个街道就全部荒落豪产，怎么办？怎么办？他们开始创建品牌，用乡镇人创建品牌。第二个，他们开始改变，让工厂变设计学校，让这样的年轻人可以进来学习，付学费，变成了专业设计师，专门设计特殊风格的手作的包包，跟他们当地的温泉区完全结合，所以他们叫风港包。这就是高质量，整个街区的设计就以风港包的设计风格包含贩卖机，这就是案例。所以地方的 DNA 要不要找？地方的工厂如果活化，哪怕是企业活化，这些都是要件。而且现在接下来有很多的企业 CSR 三星社会责任都会进到地方来，所以这些都是未来的市场。科技导入，我刚才包含到智慧农业、智慧渔业，甚至有些智慧型的导入，这个都是算在科技导入。整个部位资源，就我刚才讲的，你要对应的资源其实很多，但是头脑不能乱。哦，不能都在腼腆的政府计划，你就没有个性了啦。要做什么还要政府帮你决定，你怎么会做得好？就像跟农民邓大哥在聊，他就是不拿政府计划的啊。政府会做公设施，那是政府的事。企业事业体自己做，不求人，当然可以做得很好，很苦，但是有一天等到了，三个小孩长大，对不对？慢慢接上，慢慢发展。就是事业体，这就是标准的好案例。那再来是社会参与创生，我们的市场在哪里？是谁？社会啊。那社会参与创生，地方的包含的这些县市协会啊，这些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啊，这些都是社会参与创生的一部分，我们都是融在其中的。从成立的创生协会不是吗？这个都在找社会力。最后一个叫品牌建立，这个版本是国发会的。我虽然讲得很轻松，这是国发会哦，这是国家政策哦，战略哦，所以品牌建立重不重要？我最近我们今天有一个彰化来的，对不对？彰化在哪里？彰化来的哈。其实我来之前，我在彰化城关处开会。彰化有几个乡镇？26个，26个。算谁你听过？我玩的厉害，李醉、李林，有感吗？残桂、残雕，普信你懂？普信是你懂？你台湾的懂？啊，我拢讲普信你懂。台湾很多的乡镇，大家都不知名，加个懂？石左。对不对？是左立耍电，还是耍咖？台湾没有用乡镇在定位我们的习惯性，所以很多的乡镇是隐姓埋名。新屋里的苗栗，产什么？苗栗，产什么？香菇苗栗，对吧？对吧？是吗？耍电脑对吧？鹅肉，鹅肉，米香，注意哈。哦，你有在看乡镇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隐形版本。那彰化，人都说彰化很低调，啊、哦，对，彰化很有料，只是很低调。所以你看哦，每个乡镇的发展，要不要借由这些力量把地方发展做起来？农业在里面，很重要的里面，所以慢慢靠找到一些发展的元素。找到一些发展的案例，所以我在看宜兰的余温的时候，我下了一个决定是：70%我已经管不到，因为法规问题，做什么违法什么，荒废之后要再起来，基本上是花钱就算了，花钱要花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之外，都违法，因为它是农地农用，所以我只能靠这三层还在养人，怎么卖好？你知道宜兰养什么？龙虎斑。屏东呢，龙虎斑一样啊？为什么宜兰会卖得比较好？什么方法宜兰会卖比较好？啊？
盘点啊，品牌在品牌是下一步啊，因为还没做才开始啊，这还在盘点，这个是我第一份情况，还在盘点，什么会比较好？水质啊，水质它那个可以调整那个咸度嘛，水质我们一定比较好，半爽，但是宜兰有一个恶劣条件，就是温带过大，所以我们三个月到四个月鱼也袂大。因为天气气候一冷，它就不吃了，一路扑掉又丢掉，所以依然在驯化的过程，鱼啊，在依然的过程，它会肉质会比南部的紧实，是因为也熟了，不像南部的一里多，可是咸度相对跟你骨头有关嘛，恶劣环境也适应环境会流落来，骨头靠味嘛，啊对吧？一样的，所以这是依然的特色。缺点哦，你成本高哦，点上三个位、四个位啊，可是相对的，叫做品牌的时候就要嫁出来。啊、第二个呢，宜兰离太北京了，所以活鱼仓的市场都从宜兰送出去，这是我去盘点，所以表示我们的活鱼不是南部送上来，是从宜兰送到新竹以北，就是那些餐厅的活鱼仓，所以我们从宜兰石斑这件事情开始找。所以就开始想品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有共识说要换宜兰来做一个鱼从宜兰的品牌这件事情。所以的确，从地方翻转、设计翻转、地方创生的概念来看，我们去设计了宜兰的帮，所以我们取名叫宜兰帮。宜兰帮台语怎么讲？啊？宜兰帮啊！这是苏贞昌帮讲的。你就是宜蘭攀，不是攀，是攀啊！戇人啊，一群戇人啊，戇滴的人啊，宜蘭囡仔看起来戇滴啊戇滴。可是你看哦，各位套路哦，准备套喽！渔温、渔场、青年，这是我们的元素，对不对？我刚才找到这九条，按在一方。再来，渔湾知识，那时候还没有神农教育哈，渔湾知识转知识。刚才有讲到海水，我们有纯海水，太平洋，我们有地下水，我们的水是源源不绝，因为我们有山脉系。我们讲北西部无共，我的水是完全无甜的，无水口，弄你都弄你口干。啊，过来纯海水干口，所以我们在用海水在调水温，不能再过大，用海水，好、哦。所以这也就是宜兰知识让消费者认可。第二个呢，美食行销，宜兰最有名的菜单叫什么？无菜单，对不对？所以我才跟你讲，一客想念的餐六千八千，喝到你的酒才叫做品牌啊。啊，事实上它是用喝你的酒啊，没错啊，哦，是用国产的、啊。再来，当有这个条件有记忆点，地方的行销就会出来。就会有地方产地直销的概念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为了这一段路，我们走了三年，我们的台北餐厅都开了，不是我，是我们这些渔民、渔户在台北都开餐厅，一个在这两千块，午餐的料理在台北、太原街、太原路。为什么要说这样做？这个是代价最高，但是我们渔民选择这样子做，因为他认为。我在台北直接把我的品牌去告诉消费者，他现在把直售所跟无菜单料理全部放进去，吃是以为是最重要是那个直售所，当时我是叫他的，他开始把它变成有石斑鱼的高汤、石斑鱼的片切、石斑鱼的鱼骨，甚至所有的东西已经把它符合消费者的需求，所以这个部分才是消费者要的，价格不是问题，台北价格不是问题，需求才是问题，为什么他要买？而且会买习惯，重点是买习惯，不是买一次。记得哦，如果只是体验做一次，那就不要做了，好不好？如果没有后续，不要做了，好不好？因为那不是你的事。农民要做的是把你家的产品提升，只好卖掉，再做，只好提升卖掉，电视才会进来。日本农民教我的、啊。对啊，不然大家都会做港口哎，再好价格被压低，总价不变嘛，对不对？不是吗？短售嘛，啊，这就是现在农民遇到的问题，所以要一起改变。
再来是差异化。台湾有喜欢一窝蜂，不是坏事，但是绝对不是好事。我用民宿来跟大家诠释的话，我认识的东西，邓大哥其实是在民宿。那民宿早期其实只要民生报、联合报、大成乐山大成报，然后这几个忠实报道之后，他大概连磕课本三个月，就被报纸在报道。中晚上大家有看到在报这里吗？电视没有看到，你们上课太累了。阿德老师有看，上山下海那几个年轻人，有没有？哎，昨天十点刚好播这里，昨天就播这里，就是你们在的地方。哦，昨天晚上邓大哥跟我讲十点，我就跑回房间去看，很有感觉。他来的是好，所以地方发展跟着地方这种节目发展，你看都被看见他的特色，一直做就成功了，一直做 DNA 对了就成功了。他有没有学别人？他是这里第一家，现在他是社区理事长。他说：“这里至少几十家了，有没有关系？他没有关系，为什么？他照自己的个性走。好，啊，再来，这个给各位哈，产品元素这件事情都是你回去要思考，不是问我你的 DIY 好不好？第一个，游客为什么会去做 DIY？ 我以前都常常讲，我最喜欢去讲休闲农业区，拎刀给追购人，啊，作为 DIY 跟追购无关的，啊，你是去做会多。”听得懂吗？你都不做农业元素放进去，你直接去做别的元素，对，吸金吸客，画画贴贴彩彩，问题是有帮助。你觉得 DIY 一个人150-200很好收？我换个消费者的心态，我们去做一个 DIY， 进去一家人四个人，一个 DIY 200，我四个人多少钱？1000块。到底是小孩做还是大人做？大人。啊，不会再来。第二次，我宁愿1000块去农家体验采果，还有1000块的果，是不是？我宁愿1000块，我去做一个跟农家的食农教育，小孩子还懂得，家人还觉得很开心。在宜兰，我们现在让牛耕田，我们在恢复牛耕田，所以用食农教育做社群，跟消费者互动。小朋友在这个牛耕的期间来捡牛，办不同的活动，让家人来参与。一个股东是2000块，就分这亩田的获利分割。今年大概分了13公斤的14公斤的米，一户一股，好不好？很有感觉，而且牛就回到了田里。我们在养那些老牛，因为那些牛都要送到肉贩市场被屠宰，救回来。就变成我们的牛头师、牛耕学校，诸如此类，听得懂了吗？而且我们的牛耕学校不是只有卖我们的牛的米，我们是跟周边的农民合作，也就是间接的把无毒农业恢复到农村的文化，甚至我叫他们说去研发手制酱菜，更有味道。尤其我们要采菠萝嘛，好像这里的笋子是不是特色？种的特色卖掉是获利，才是获利，对不对？所以不是都高档，市场不会永远在高档跑，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吃一餐，什么时候天天吃，对不对？天天吃是什么？米啊，偶尔吃一餐呢，午餐蛋糕，不是吗？好，再来。所以差异这件事情，大家看到了，地方盘点，找到你周边的合作的厂商。农民的体验活动，大家来分配。再来是地方的元素，去对应到服务的亮点，就是有记忆啊，有记忆啊，所以那个记忆可以用你的生活啊。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这很久很久以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那时候龙云还是住宿比重比较大啊，那个年代呢，其实我们发现到一个问题是，我们那时候有做农场。应该学校的学生要进到农场实习。我们发现所有的学生到农场实习的时候，怎么对农场的印象、对农场的认知条件那么低？后来才知道，原来问题出在哪里。驾车老师都不爱经过农场，都是过花灯来啦。对农场的认识程度很低，
所以都把平常讲的跟国外一样，美美的偶像剧啊，那时候偶像剧更正在拍《飞牛牧场》。就谁知道进头城农场这么差哦？谁知道进农场还要洗碗盘啊？都以为进来就要做帅帅的老咖啡老板了、啊。后来我们就办了农场见学，有一场就办在这里。啊，那时候还没有石农教育，老师来看场的时候说：“你前方有个菜谱，我们让老师下去犁田好不好？做菜够哦。啊，骨头可以的，我一个骨头哦。”我们就真的让每个老师都发一次，刚开始每个都很有力，到后来就能卡，因为就很辛苦。当这时候呢，邓大哥就把一个东西拿出来，叫做翻土机。老师说：“你要把它扎皮出来，那种感觉吗？”哇，那当下有趣，有趣的画面不是发生在这时候，邓大哥在那边教半天了，有两个长辈在上面看不下去了，你细汉有没见过产，你教人建产，邓大哥的爸爸妈妈，就把他唬一边啊，万一两个老的来者，原来农场还有这两个宝，那个年代，所以你看哦，换生活有没有去，是要适度的保重，好，所以大家不要搞一个很复杂的农业啊，跟你的原来无关，那个就会很容易腻。你要想什么东西你会有感觉，自己烘的茶回去的茶也好喝，当然好喝啊，自己烘的咖啡回去的当然好喝，对不对？要不要跟你的农场有相关，跟你的食材，跟你的料理，现在还有食谱，所以因为这样的条件慢慢到后面的人数组合的时候，我跟你讲，连你自己都会操作得很开心，游客更开心，到最后毕业给出来获利，不是主获利，知道吗？给出来，你获利在哪里？产品，再讲一次，产品。我们在审查农业，我们最怕的是大家都在做体验，没有产品，我一定把你打负分，因为那不是农业的事，那是体验活动，那是观光的事，对不对？可以给农场跟游乐园去差在哪里？一起生产，当你没有一起生产，可是很容易，对不对？一个农场到最后最累的就是一起舍弃掉，会觉得很爽。可是你的农业特质不见了，你就要跟隔壁的游乐园去拼比，你要开始一直换设施、换设备。当你没有农业的时候，当你有农业的时候，有四季分明，有不同季节的菜，所以你的菜够我感觉，每一个季节的采摘就不一样，客人就会一直来。当你用设施就会腻，对不对？无边际泳池。对不对？一个什么？对，诸如此类的，对，那是开玩笑的哈。所以盘点就把它学起来，盘点很要很细腻哈、哦。你可以从消费者不同的角度，不断的时间去盘点，什么意思？就像我来农场盘点到两个宝，所以邓大哥说，我来问到你们不，一点都不会用的，对不对？啊，这里大家对他的餐食要求就是自然健康，拎到的大家都买单，全部。容易，在宜兰为什么无菜单料理？魏老师为什么是无菜单？四季不一样。对，四季不一样。再来，我们量都不大，价格不便宜。再来是宜兰菜都没有在卖，都在售，对不对？这么简，当时咩？贵，阿伯没有，不是，要吃，是不是？特色啊。但是无菜单料理的量本来就是每天摘，弄一点弄一点弄一点，所以就会玩手摘蟑螂，或者是特殊的作物，一点点的点缀的菜就可以上菜桌啦，对不对？啊，这就是农场特色，农业特色。你们尽管去把你们自己特色，哪怕你都是种香蕉，没有关系、哦。香蕉是本，可是还有其他的呢。消费者要跟你过生活，没有要来跟你求教求知识，好不好？知识就会在生活的过程里面自然的释出来，那个最好经营，听到吗？好，所以你看哦，他的老师没别的哦，就是听了这些年轻人的话，然后配合他们不能停，每个人的意见跟想法。所以如果你要做，他的老师刚才讲的，我叫你们不要只有在体验上往上提，你要做这件事情，找你的一些志同道合伙伴
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做看。这是你们的过程，过程一定比结果更美，过程不会停下来，好吗？哦，对，我看到。不过不是都是阳光的，我记得有吊打啊，自杀。因为吊起的命叫高亢，哦，高亢以前的普灾，啊，高亢有一阵是 SARS 拢多，啊，大家断了之后要重新再回来。遇到家里的变故，好，妈妈又生病，所以我常很体恤养殖渔户，我都觉得我不能乱开玩笑，我们可能跟他开玩笑就会害了人家，好，所以我还去前几天还在去他家，还在跟他访视，没有想到后面他就过不了这关，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气候变异太大，啊，鱼啊都出大事，好，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开玩笑的，好，就是那个土壤。那温度一变，那个里面的条件就会改变，啊就，那其他的开餐厅的继续做的，啊就慢慢发展。啊，我在地方是这样子，一定要坚持做出案例来，就立马去帮他打，你等一下，赶快走。好，不是，别再做到一半了，再见了，啊一半了，讲安尼个未成，安尼个未成，不行，就是不断的行动修正，滚动式修正。一直做出案例，等一下最后你们就会看得到。那再来是因为有政府的计划挹注，我们请了很棒的大设计师来帮我们做了这些彩绘 logo， 做了一个品牌。但是做品牌之后，谁要来维护啊？跟我的名字一样嘛，合力的，谁知道啊？对不对？最后我比较有名的其实叫阿德老师，对不对？哦，对，我昨天去你们在上课，我比较爽，我昨天跑去阿里山。好，因为我就小时候来过阿里山，其他时候就没来过了。第一个太远，第二个到中间这一段路，基本上都觉得陆客会来，我觉得应该不友善，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来。啊，我老婆是从头到尾没有来过。我们昨天去感觉超好，超好，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没有人，他已经把被子变得这么大，这么漂亮，然后少少的人，好爽哦，好爽哦，赶快享受。然后我还在途中遇到我自己的学生，肌肉男人，已经十几年没有见了，超开心的，一样的道理，所以一样，名字就是一点加的。阿德老师在教育界、在农业界都有十多年的经验，那这就是品牌啊，个人品牌嘛，那你们要不要做品牌？你要不要做品牌？你有做？你要不要做品牌？要不要？他来了，把品牌做了，还把公司登记。所以要不要做农企业？来了嘛？我们常问我嘛，老师，我要农民新婚，我落来安怎安怎？我咧想看卖，你要一世人甲后一代，恁囡仔搁互政府补助，还是你要家己做家己？这个卡一下过得去，对不对？你那么认真念书，这么早就入农业行了呢？当然是学校告诉你进去，你就知道，一堆人要鼓励你创业，你政府都一直要补助你，钱就是拿来。一桶金50万、100万，你到时候就可以来找我。啊，要不要做品牌？如果很早做品牌，成绩很好，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那反过来不做品牌会怎样？很辛苦，沙积沙成塔，然后呢，一个下雨，一个台风，屁股又下去了。哎呀哎呀，每天在起灶，你会叫你小孩做，跟我们养殖业一样啊。养殖投资大不大？还在采销办吗？啊，中标了嘞，全倒啊！而且不是中标，是被人家拿去报名。因为都没有公司化的概念的时候，你做这些事情，你一定会很吃亏。那你连法的概念都没有，企业保护都没有，那你当然是就是没有结构，跟房子一样的没有结构，台风来当然要收起来啊，风险经不起啊。我去日本的农业教我就是会种没有很厉害，会卖才厉害，所以不得不让大家开始做二级，做三级，做六级。那最后你可以聚焦，再来是高质化。今天就教各位，昨天吃饭的时候我有多提了一下，日本农民很厉害，他是把他的产品，比如说他你的进货，以你昨天金虎兄，让大家喝的酒，他的酒要在什么时候出现？
质感最好。因为以前常听到这个包包收购五倍，有没有听过？可能你收购包包卖掉五倍，而且收购五倍，消费者就会认同，对不对？你收购五倍，一样的道理，农产品一样，你要上市上柜，上什么市？不是一般的市场那种传统市场，你要在哪一个产品上架上柜那件事情要被认同。啊，那么上那柜表示什么？你的检验，你的东西都已经可以过关。所以我很多的朋友上到全家便利啊，上到全联，那个没有获利率高的啦，因为有通路怎么获利率会高？可他就会讲我的东西全联有买有卖，所以你的折扣价会不会变高？嗯。消费者认同会变高？嗯。走。啊，检验费谁出？当然你出啊。嗯。这就是行销费。因为我每次在审查，比方什么上林百货抽50%，我们要求啊，50%黑面会加的吗？化学力呢？你像个力源之果汁，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做？就是要让消费者知道你的东西上他们的脸上。但是以后你可以选择不上，像我们在宜兰有个叫希尔食品，他就厉害了，他卖到自己卖到好的时候，大老板来找他是不理你的，我没有权利。我不欠你阿妹，我不欠，我不欠。所以因为这样的条件，地方的发展，你们常常有很多的行销活动在地方发生，对不对？有没有？哦，竹崎乡会办什么活动？竹崎乡会办阿里山办什么活动？有没有关系？不是去卖东西的哈。再讲一遍了哈。地方有很多的游动活动，有示范游程、行销、宣传、季节，巴拉巴拉一堆。你要去蹭你的产品的知名度啊。你去如果材质是卖多少，那应该量都不够啊，所以它的量应该回到你的基座吧。所以那一天你要怎么去促销，市场是谁，都要动脑筋的，都要动脑筋的。哦，像我昨天去阿里山，结果看的是阿里山的游客中心的三楼在做个品牌展，那是林务局在帮当地做品牌。我举例啊，如果你的东西跟这个品牌一起发展，好不好？好啊。就回来我就找你，我们去做公共圈，对，阿德老师要年轻农业的形象，你叫什么产品，我们可以来合作看看，你一边练就一边做品牌，这样好不好？就可以是这样。好，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为什么这样做？我等一下会有论述告诉各位。你看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示范场面出来，课程跟专家就进来，最后你就有很多的商模会出来。为什么要商模？持续获利。没有一年四季都有货吧，农民们，有吗？对不对？所以我才说加工很重要，就是你这时候有货，要等一年后再来卖下一档，你当然没有客人了。那一种叫接力赛。第二个是啊，你要不要铺？如果一年都有这些直售所，一年都可以卖，你怎么可能只有一个月有货？那你获利率不是相对落后吗？对不对？那、你一定要都种同一种作物嘛。以前是因为要交，要聚集，要交给同一家，所以要集中早期。啊，现在的菜单料理，你还一直让人家吃一种菜吗？所以消费市场改变了，地方就会跟着改变。啊，好，地方会跟着改变哦。所以你看哦，我们跟你们的问题一模一样哦。你看哦，养殖的产品90%以后都交给盘商，我没有说盘商不好。我先讲，我有没有把面菜煮？以前真的要靠盘商，问到我连不懂，不教他教谁啊？问到欠伊啊，要来欠，放在水底，搁爱开钱嘞，搁爱开电钱、饲料钱，逐工你开嘞，鱼儿拢无安尼够谢谢嘞。啊，前一段时间卖不掉，没有餐厅开，鱼是不是要不要养？要不要养？啊，十八都养过大了呢，怎么办？因为进市场都是，就是超几斤大小，刚好板都大小。啊，养超过了，金沙金锅嘛，不然呢，不会喜欢的。因为人家收的是收那个大小刚好，盘子没那么大、啊，怎么办？这是我们头痛的问题。哦，所以渔民不转型也不行，所以我们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进到了做创生。再来是销，哦，因为我们原则上交盘商当然都没有销的问题，可是当盘商断了，那就不是小问题了。神话就是这样子。
当盘山求你跪下都可以，当你求他，他就死不接电话，就是永远都是在这样子的马拉 K。啊，这也不夸张。所以因为这样的条件，阿德老师一直不断的去日本看一些案例。什么案例？直售所。你家是小体验场，哪怕是玫瑰好了，你家有很好的直售所。那个直售所进去就让游客觉得有很的氛围，不见得一定要卖它很多，跟 Apple 店一样。有没有去过？有没有人用 Apple 店拿 Apple 手机？应该很多吧。有没有去 Apple 的店看过？ Apple 店没有一定要卖你东西，你知道吗？其实它叫概念店。我问你，它是让你知道 Apple， 用 Apple 就是有这样的质感，有这样子的感觉。它不是 你到处都买到 Apple 啊，你跟中华电信买跟谁买都有代理啊。概念店就是告诉你，我的东西有这个质感。农民，你们家就是概念店，进去就是有那个质感，不是乱七八糟。不是阿健，你拿 take 啊，贵底啊，我两张。好，当有小直售，就会有中直售；有中直售，就有大直售。什么叫大直售？休闲文化发展协会现在在做农牛超市啊，就是大直售啊，对不对？哦，我们在共同经营消费者，后面有农牛大使啊，会不会推荐？可是现在遇到的状况都是买不到啊，因为农民的东西，我哪知道你家什么时候会有？你脸上有一些，你家什么时候会？加工比较没有问题，农场就不行，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条件，以后日本有15000多棵大小直售所，对不对？台湾呢才开始，对不对？这是我去日本看完回来，我觉得马上要做的。所以一样的条件，在日本有哪些消费者可以买得到？你看日本的农会，我就不讲台湾农会，因为我不亲近台湾农会。好，第一个是直售，直售的条件。有民家的，有民间经营的，包含到农场这个开的直售所，有没有？都可以。再来是餐厅，一边卖可以一边宣传，吃得到可以买得到。所以你们家有封他的货，可不可以让玩家跟着卖？跟你们讲，对主厨好一点，对主厨好一点。我在日本听到的就是他会去帮主厨去国外比赛，甚至帮他种不同的食材。一回丢名，一回在那边卖钱呀。台湾也一样，富平大把餐厅的毛利往下降，你们知道吗？那几乎是卖命啊！看起来他生意很好，毛利呢相对会低，所以他要不要找其他生意？要不要跟农民合作？可以去思考，有没有可能未来的餐厅变成食材餐厅，跟着你一起卖食材？那你就不用一直跑那么多的卖店了。这是我在跟厨师沟通的。啊，厨师要不要想要增加获利率？你们想想看，我举例啊，有没记得熟食，也在被生食的食材。买口猪脚给我讲，也在被生水饺。可以。你女儿可以行吗？这就是你以后可以发展。啊，厨师卖很多不要税的东西，好像有哦，去试看。这是我头脑最喜欢想的事情。再来是一般的超市，甚至是地方的直售，甚至是产地，那种种的关系都在收买消费者。可是台湾反过来，台湾都反过来了。为什么反过来？举王光为例，好不好？我去王光帮文革业者上课，产销班上完了之后，中午要吃便当，我说今天不要发便当，今天一个人发80块。你们带老师下去吃好不好？在老街上去吃，当都点完了之后都上桌，大家还掏点腰包请老师嘛，我们整桌，他们也会很开心。我就像乒乓球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下午上课他就完蛋了，为什么？我说你告诉我，这个文革是你们这边什么等级的？在产地你吃不到好的文革，因为他都用双面，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比较散装 pro 怎么来我不知道。一个鹅爹鹅啊，明明很好吃，炸得黑黑的，因为油是黑的。我就说，你看我这么远从基隆来到了王宫，好期待吃到鹅啊，吃到文革，知道你的特色，你给我的菜色是这样子的。那我干嘛来产地？我在台北还比较新鲜呢。你们知道王宫的鹅啊都直接送台北的市场吗？你们挑吧。你看，我们都反了。
所以要不要对消费者再产地好一点，他才来找你？那我问你们，再问你们啦，产地买比较贵，还是台北买比较贵？产地比较，为什么？新鲜。新鲜吗？你确定？有趣哦，因为第一时间最新鲜的好货集中包啊，就短售，因为你都短售啊，就第一时间最新鲜被保鲜的在那都直接送到都会市，那是我们的制度问题。产地不是不新鲜，是量少，算阿妈给给妈妈的菜，就是没有被整合的这些产品才在产地流通，它相对它的品质是不稳定的。这是台湾，台湾、日本反过来，最好都在产地，价格最好在产地，消费者来产地就对了，去东京就是贵，因为农民都有自销的、自产自销的强项嘛，台湾才开始，可以接受吗？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未来你们要把它纳进来。所以产地直售这件事情，是所有的事情的源头。源头，实用教育、体验活动，做任何的事情都要回到产地，才是王道。好、哦，那当然，我指的产地不是说你也可以台北有代理店啊，有什么都可以，甚至你的线上都叫产地，因为回溯你的品牌。好、哦，这件事情。台湾的现况，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是，那没回去换起来那边，有没有？都是苦的老兵嘛，啊，这是够无厉害。阿总，像即马这运动拢三十六度呢，你去撞尾啊，海墘啊遐尾溪龟，那个是不是都很热？啊，卖不卖？还是要蹲在那边卖头刀，卖菜头，卖西瓜？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专卖店、特卖店？这是我在创生里面一直提的，所以透过了产地，我们在做的就是食育食农去链接产地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透过体验融合地方变成区域的亮点，来了，又叫你们盘点 DNA 不是吗？当你把它变成体验活动，然后在宜兰深沟村，连钓溪里面沟取的鱼做生态调查都是亮点。都变成公民科学了、欸、所以元素是可以用的，你只要去想用你的生活，因为这样的条件，未来的电商平台不用自己架。第一个花钱跟人家合作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有 Superbuy， 有很多的电商平台，不见得有很高的佣金，都可以去试的。真的没有钱 ，FB 试试看啦、啊，慢慢来。一定有人可以跟你合作的。那再来是消费者的回购是重点，是王道。DIY 未来两次好的食材马上就来了，因为他去学校跟人家讲，哦，昨天买的虾子很棒。昨天他们在讲他的那个套 Q， 他的卷，然后他昨天的前天的虾，对不对？都是鱼市场直接买嘛。如果生产者直接寄给他嘞，哦，山上吃得到最好的鱼，好不好？好啊，生产者们。加油，宅配都到了，好，听到吗？第一个，你看、啊，所以我说不怪盘商哈、哦，这叫传统，进盘生产者、盘商到市场、小卖、加工、餐饮业者到消费者，消费者跟生产者是有很长的距离。他、啊、为什么？因为生产者就专心生产，所以他不会有序，因为他就是专心生产，价格谁决定？一定是盘商这边这头决定，这头不能决定，对不对？好、哦，到下面来就不一样。这是日本读哈、哦，这是老师翻译回来的，我们一定要学哦。因为日本已经走很久很久了，哦，内化了生产者市场外流通，产地的体验活动，实售宅配固定客群，这张图看得懂吗？嗯。以前我们都没有市场外流通、产地体验活动跟这个是脱钩的，对不对？现在要合在一起，它是一个系统，所以我们透过食农教育，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其实是产生手把手的互信关系，所以不要随便设计体验活动那么低阶，哦，这个加在这个要画一画什么，那个只是打发时间，那个不要拿进来，生产的话，活动的话，重点来的是。消费者来到产地，就有一件事情是买的安心，吃的满意，
生产者就一直卖得欢心，被尊重。我一直强调的是被尊重，所以等一下我会讲职人经济学。你当然要当职人啊，不然东西怎么被撑出来？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职人，所以农民的身份、农民的价值有。十八岁的囡仔再去读农业，可是咱这个世代拢把真侪行业做歹去啊！啊，这唔好，啊，迄唔好，啊，迄无出路，啊，迄无出路，有没有？所以我们跟下一代说，开始对不起，我们错了。从这一代以后，做一件事情，做一行要喜欢一行，不能做一行怨一行。所以这个问题心理，要从年轻人的角度去长事业体，不是咱家人安顿，安尼做无计当的，听吗？你自己拍袂起来，人家拍袂。谁喜欢被人家讲你是新世代，你是不耐操、不耐压，你喜欢吗？对，人家摇头，再摇头，你喜欢吗？我跟他们好像也差不多大，对不对？谁要听你老爸的？我动了自己，谁不要？这个性问题，对不对？啊，你跟他不适合，跟你走不了的不适合吧？你看那是这个不是的，对不对？都还要创新，所以协会还有大的功能，我们还有叫超前会，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农业二代组织啊，超前会啊，你知道什么叫超前会吗？他的第一宗旨就干掉第一代，掌权啊，只是没有讲而已啦，对不对？还有干掉，还真干掉，什么时候干掉你知道吗？出国，国外市场，盈利。有盈利，去国外开拓市场，淡季客人拢喜欢怎么来？啊，这些年轻人出国都比爸爸厉害，就是可以宣传、可以介绍、可以什么的。啊，爸爸会不会取代他？跟爸爸一起啊，不然一定人家输了嘛，采茶也会输嘛，对，你们采摘一定输嘛。年轻人就干嘛？网军啊，空战，一个点头，应该是点头，对不对？我讲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跟做爸爸雷同的事情？当然被爆啊！你这个笑脸，那是鼓大名陪啊！邓大哥话讲，你叫我娘提菜刀，我讲你叫干嘛提菜刀？你也晓得，有一天有干一路一样，为什么？早晚会练嘛，对不对？啊，现在进来入行，新手入门，这件事情是用专长下。所以你有专长的练，这笑脸啊，还是你叫你做代志？我讲一届哦。是我叫你做事情，那叫劳力。我让你自己去想事情，那是什么？那叫创新。哪一个快乐？创新大了，对不对？啊，只要那个风险你扛得住，让他们去创新，这是我现在的心态。啊，我会因为他们创新，我在这边上课，不好意思，听完啊，你们做完了没？我都从学生、大学生开始带啊，能不能？嗯，能啊。谁教的？我们啊，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条件，大家看到这几张图，这简报都有给你们哈、哦，好好去练。我从日本练了这么多功夫回来，为的就是这一课，教你，教你啊、哦。好，接下来被放播啊，哦，被放播啊哈，啊教我啊哈，听有人怎么听？啊，回到第一句话，出了门要怎样？记得哦，孟婆汤哦，我叫邓大哥我传进来哈。孟婆汤喝了就会忘记啊、哦，我叫你忘记，你通常就会记得。好，我遇到的问题啊、哦，我问你们，想想看，农业也好，渔业也好，如何收到消费者的钱？这很重要吧？以前都是一直到长成的、收成的才收得到钱，对不对？那这样子怎么收啊？这条路平常看起来有没有产业啊？因为没有大太阳下，在旁边叫你进来做，进来做啊，对不对？那农业们、渔业们，我们怎么赚钱？这是我进渔村的时候在思考的问题。第一，我讲的赚钱是有名目的哦，你不能莫名其妙跟人家收钱吧？过我家的路。收个钱可不可以？不行。啊，再来是消费者快乐的把钱交给你，是快乐的，难不难？我就称为七大收银机，收银机。我就跟我同事讲，
我们来想想看，不用养殖为例，我们来设计看看，到底农民在养这一池子鱼，还是在这里做的养殖事业，可以收什么钱？我们现在来乱想看看哈，还没有讲答案之前，我们来想想看，可以收什么钱？假设我家养虾子好了，好不好？企业啊，我可以收什么钱？钓虾。啊，钓虾，好，钓虾钱，体验费可以吗？可以。好，体验啊，那钓起来虾又可以买，好不好？那就是直售，所以你有体验费加直售，好，两个中两款，恭喜你。还有烤虾，烤虾不是餐厅，对不对？移动性设施，那叫做行动厨房，移动厨房不用申请餐厅，内烤肉可不可以？好，听懂听懂，你们已经有三款提款机了。对啊，体验费啊。刚才不是场域体验吗？那你是食材、空调、钢板都完了，对不对？那消费者自己考，这三个都可以明目收钱，很好。有机会查一下南洋蟹庄，洋是信仰的洋，蟹是螃蟹的蟹，在宜兰，他一天光这一件事情可以1100竿，一竿350半斤虾，等于卖了600多斤的虾一天。好，三款的，还有人。很好，认识虾，我当成职人故事馆在讲农业的专业，讲完你就会收解说费，啊，或者是教育等等的课程费用，可不可以？叮咚叮咚，四款，再来，很好。加工，加工做虾酱，加工做虾酱，我尽量我没有把它延到加工来，是因为就跟我刚才回答的，做到加工那就是另外一个范畴。我把它纳在直售所业，好，纳在直售贩卖，好，算在加工里面，还是在四款，再讲四款哦。刚讲的食农教育哦，对不对？职人故事馆、社区参访、产业参访，好，或者是现在小朋友的户外课程，有没有解说？刚才那个是在讲食农教育，解说就不一样，解说可能是活动啊。带活动啊，所以有体验费，那个解说费用，哦，再一款，再一款，食材餐厅就真的可以做餐厅了，哦，就是类似合格合法田妈妈，他这边有30%、40%、50%用在地食材，食材餐厅，这样几款？六款，还有一个，行动厨房就刚才那个烤箱。办仪式感的餐桌，那行动厨房，俗称板凳，还有一个叫生态聚落。生态聚落就是要跟周边合作，被民宿一破二十，休闲游乐区的套装旅游，或者是来到这个地方，你把它 A 加 B 加 C 加 D 串流起来。我用生态聚落是因为我不想用流程，我用生态聚落就变成来这个地方享受一个区域的环境。在宜兰大概就是休区，奢华露营算不算？算。七款，可能还有第八款、第九款。我想到七款，好，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看，不错哦，大家都想到了。第一个，有没有看到体验场域？要不要设施设备？仪式感就好，比如说让他穿上体验服、帽子、手套，好，尽量让他穿。为什么？像刚才耶啊哦，怎么样？啊，再来是才有感觉。好，所以也因为这样的概念，你看哦，这个是我们在我们那边是喂养九孔，这个是喂牛食草，哦，那这个是鱼池里面的第八三的斑寡球斑，哦，那这个是喂，因为渔民都要去看鱼有没有生病嘛，喂饵之后下去之后，鱼会进到篮子里，那再来看看它今天吃饵的状况，或者是鱼的健康条件，那这个比较特别是鱼鳃。哦，古赛啊，把大料去做燃料，啊去捧，爆米花，哦，就是一系列，你看这都在体验场域里面。哦，第二个，生态聚落，这是我们南洋溪口休闲农业区，农业区有独木舟，有 SUV， 有民宿，哦，有采蛤，有钓鱼，有没有？所以所有的东西就会去串流在一起，俗称套装嘛。但是我用聚落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没有到流程，它在一个区域环境内。一个休闲农场内也算，甚至是加上住宿，因为我这里没有把住宿放进，
那再来，食材餐厅，有没有展演地方食材？而且它是餐厅哦，因为这就要符合餐厅。这个的对比就是行动厨房，非固定设施设备。有没有常遇到？原来农地啊，你在做餐厅啊，对不对？啊，餐车嘞，想一下，餐车，模糊地带，板凳嘞，模糊地带，你的是外汇，幸福果实就是外汇，信不信？这个我都把它列出来，因为我跟国发会讨论，这叫微商，还没有到。其实我鼓励你做餐厅啊，因为才有品牌啊。可是没有做餐厅之前，我不能叫你每次投资个500万下来做餐厅啊，你还不确定啊。餐厅就要厨师，要牌，要证照、执照，不是吗？那野餐算什么？现在流行的不是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在解说教室，好、哦，解说教室差在哪里？它可以跟体验场域合作，对。那解说教室差在哪里？它要有素材，它要有体验版、解说版，所以它可以指导式的解说。好、哦，那我在这里再加了一个是职人故事的原因，是因为解说教室不见得会在农业的场域里面。当在农业的场域，我就希望你有职人故事馆，把农业讲清楚，把阿公阿嬷的专长讲清楚，它可以变立场，它可以做草席，哦，它可以怎么样？那个就怎么样？消费者吃这套。所以现在包含有人家做的杂志啊，做的时通信啊，做的所有东西都在讲地方职人，对不对？所以农业大使到地方是透过这个解说才会感受。啊，这就是互相映衬哈。那行动厨房就是非固定设施，烤箱对不对？啊，非固定设施嘛，算不算？啊，就在体验里面。啊，再最后就是场地直售。这七大你都可以回去丈量看看，你适合做哪一款，自己变形没关系哈。我只是把这个概念先提出来。可在这之前，它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就叫生技。啊，在微商模之前，还有一个升级，就是还没有样貌，是消费者认同。比如好朋友找来我家啊，只是做个什么活动，那个也都算。哦，啊，只是没有纳在这里面。啊，很多农民回去边上班买碳基，你知道吗？你有做过吗？社区做一下总干事啊，哦，啊是接一下什么线上做一下什么老师啊，有无？给很多这样子的回乡，很适合来做这个七大提款机的模拟啊，对不对？兼职，这是打工换数算不算？嗯，就没人看看。好、哦，那这七大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因为它会可以收费，它可以收费，它可以定价，它可以做商品，它可以变成你的能力。所以你看哦，第一个，我们这是台二线的冰行，看起来冷冷的，根本没有。就荒凉嘛，因为七成都荒废，我就一个点一个点去直商模进去，一个社区公餐不会卖，可以，非固定设施设备，行动厨房，我们还一样在开工，算什么？体验，对不对？进到社区，解说，社区妈妈煮了一锅稀饭，你看这都可以报价，就这样。这一个地方，你看这些点，就是我在做第一年的时候，我不是去辅导他变起来，是他原本就有，只是不知道怎么收钱。啊，农民就这样，也不好意思收钱。所以说收现金这个可以收。啊，当然你要开什么名目，农民收据可不可以？你就用农民收据去开，农民收据可以开。啊，再不行，成立一个小的企业商社也可以开。多少钱以下，统一发票也可以开。想办法。每个地方的税法不一样，啊，你的条件不一样，但是消费者愿意付钱才是王道，对不对？啊，对，不违背哦，哦，这个都公开写论述的哈，哦。啊，再来就是办地方活动，哦，做论坛、做座谈会、做小旅行，所以地方在办活动，农渔民要参与，这才是重点。以前办活动，农渔民都说这个外来钱，行吗？当你有七大提款机，就是你的事。因为你要参与进来，因为我打共同牌，依然吧，所以就很红，我们超红，从上到下都很红，
啊，不是我们宣传的功，是我放在对的位置。现在国发会连公务人员培训上课都要来找我们问这件事情，表示公务人员都知道，就是这样。做结构，听好吗？我们大内也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大内有什么？就从这一个结构开始。啊，我都会给你们我们的网站资料给你们，好不好？老师把六书都写在官网上，我是开放的，啊，我是开放的，不懂就赖我，哦，啊，带人来参观观摩都可以。刚刚钓虾场超厉害的，你知道啊？你前几天一天就收三十几万的虾，你知无？好无？那人家未到无虾呢。有。你刚说赖你，你有在我群组里面？还没，我会给我的经纪人。晨会，啊，好不好？我需要了，不能问早安哦。有被全国问早安，我会很紧张。啊，那是要变晚。哎，要变晚子。好，那，啊，再来是观摩，观摩很有趣哦。其实，等一下我会给你们观摩，因为今天时间很有限。老师很有心哦，我很有心是什么？你看我要帮你们上课，我要多久才遇得到？你怎么会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你这时候刚刚打个瞌睡，还是？刚好不知道，我们就错过了，哦，所以老师很有心，就是在这大概十年间吧，我走了日本大概有二三十趟，哦，不管带观摩自己去玩自助旅行，反正我都去。啊，最棒的是我带媒体去，我带包含国发会、包含陈雅玲主播，那我带到日本的时候呢，我都做专题，所以就可以不用去观摩，就可以看得到专题，这样快乐。我都把它链接在，啊，包含到最近。做了很多地方创生的专题，你一定要看。我讲的是有一个画面给你，你看到的就是具象的故事。啊，他们新闻都会得奖，我办过的很多都得奖，因为就是社会议题啊。所以他们得奖之后呢，会叫我们大家帮忙投票更好。为什么？我透过议题，透过了投票，不是把地方宣传出去吗？如果不小心你被有宣传到，好不好？啊，你被看到好不好？好，所以你换你们去看别人，你发现老师。都把观摩的网络连结都放上去了嘞，那简报是提供的嘞，要吗？出去要忘记哦，你很难呐，啊，对不对？我举这个为例啊，我们看这宝田小学校，就是废弃学校啊，改造成里面有餐厅、有住宿，中山堂就变卖场、直售所，那它有服务站，反正一个学校改装的漂漂亮亮。用品牌设计去看，好棒啊！在千叶县，我已经去了 N 次了。国发会主委也去过，哦，我都说未来的小学校先讲好啊，废弃学校要专业经营，不是拿来放当仓库用的。因为现在废弃学校会不会更多？很多，会更多，因为就少子化了，对不对？多生一点，知不知道？六个，六个来讲。啊，哦，对不对？为什么？那，啊，就是少子化了，往都市移动了，所以这些学校未来的运用，高档木椅可不可以做？体验学校，农村学校，料理学校，生态学校，啊，我教你们这就容易了。现在政府不止法规，还给你钱。如果慢慢的，好不好？因为现在国发会有公共空间活化案，就是这种公有地，如果他。你过有你有伤了，他怕你没伤了，我给公单位，啊，你又拿来做成文字馆，那政府就当费公堂。如果哎，他愿意做，他组了一个年轻团队，有一个旧的学校的分校，有一个礼堂要做，哎，刚好政府又有钱修装他，他愿意进场，现在就政府要做这个。有一群青农愿意进去做一个直售所，可以，这个都是好案例。所以今天如果你听到了也是不错，那里面有很多包含琵琶俱乐部。这个是他们到此，有的老师去观摩都会去写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做什么事情。好，哦，按，啊，你点进去，日文看不懂没有关系，日本的观联图都很清楚。哦，拆解加暗字。哦，那你看我们去，我讲这个案例给你们，我们只要去过的人回来都会做，就是台湾人厉害的地方。有样看样，无样自己想，所以台湾比较特别。日本一个民宿，人家怎么做都是一种样貌。台湾一种民宿，台湾怎么做都是百样样貌。一个休闲农场，人家日本做的
南北看起来都一样，因为它的逻辑很清楚。台湾回来通通不一样，这日本人问我们，你们台湾比较厉害哦，多样性都拍这一口，因为台湾不听话。一样一样一群人，老板去看回来通通不一样，啊，这是好事吗？好事，民族融合。所以你看日本案例，你可以自己想，我没有叫你知道日本规则。日本的规则很严的，该这样子就这样子，哦，酒庄该这样子站站站这样子，他们不能忤逆。好，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去住日本农家民宿，那民宿非常非常的简单，哪有这么好的设施，哪有那么好的view，农家就是农家，就是他家，那空余了两间房间就经营游客，要用社区共同合作这件事情接国际观光客，所以他家至少有十几国的人来过住他家。我睡觉的地方是他要神龛睡一起，那间房间睡四个大男生，中间一个桌子，都睡着口字形，我的头后面就是他们的神龛。可是最棒的是他家的晚餐跟早餐，因为他们是梯田的农民，早上拉我起来煮饭。对，那我们想说第二天要煮饭回请他们，我们光我们在煮菜的过程，我们台湾人喜欢把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对不对？日本的妈妈看打面打面打面，他们都照食谱在煮，煮了几十年还是照食谱在煮，差多少？我们炒一炒就好了嘛，对不对？味道都差不多，差不多，对不对？没有。他们还有手做的食谱，自己手铁。我看了他一下午在煮饭，超细腻的，所以这就是日本精神。啊，台湾就不一样，但是最后还是交流，用酒交流。我带了 一堆不同的台湾啤酒去跟他换那种晚上的感觉，超舒服的。所以老师很喜欢去啊，这个也很棒，这个也有记录。哦，也有，大家都线上都有啊、哦。好，所以你看我们去的农民，我们也都去看日本不同的样貌跟案例，哦、包含到他们有做 apartment 就公寓型的，可是有厨房的住宿。我觉得这以后台湾会很热门哦，对不对？就是有厨房的住宿，最好还有指导者，农民，那就想提款机，你可以卖他几样的。一群人来住三天两夜，跟你的农家过生活，你如何款待他，你就去设计吧。农闲农忙，你都可以用不同的条件去做。工作假期算不算？公益旅行算不算？食农教育算不算？亲子学习算不算？生命教育算不算？用体验经济，用七大提款机去套，你东西就出来了、哦。啊，这个等一下再给你们看一个影片。所以我去日本，阿德老师有一个很特别身份是千叶县馆山市荣誉市民，啊，那个地方好到我去住，他房子都可以给我，偏乡就是这样，你住多久房子送你都可以，也很便宜，没有人去啊，啊，那个地方很美，超美，等一下给你们看一段影片，所以我们去都有上新闻，你看，我们都去看植寿所啦，哦，所以我就知道他们都把最好的在产地等你啊。所以我们都把最高的诈骗术放在产地，鱼市场我跟你讲，这些很牢啊，现流个鬼啊，毛线现流哎、欸，你鲑鱼新鲜的，听懂吗？你消费者不懂，那食农教育累积到以后就懂了、啊，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个部分等一下可以看一段啊，这个现在就有，好。这是独立外市场，不是内市场。外市场就是外面的文化、摊贩、店面，因应这个市场而生。台湾有很多传统市场，周边其实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从市场外面开始来生故事，在宜兰我们现在都有人带人家导览市场。来自岩手县的牡蛎，肥美多汁，富多胶调味，放进嘴里直接爆浆。
现在已经搬到丰州市场了。你们注意看哦，他们说的都要标场地，这是日本基本的，就你不要问他为什么，本来就要，台湾有没有标？那就不要再问为什么，以后就是要，以后就是要，哦、新时代听懂吗？为什么做品牌，你就会标了，好，所以遗憾，你的酒未来的地方，叫地缘酒庄。啊，这是定制网，台湾很多定制网、啊，但是我们的鱼货还是丢地上，还是要在那涨，还是没有保命，所以最好的鱼货还是没有用。你等一下看，这个社长开了饭店，开了食堂，一个儿子一家店，非常有钱，他把每个鱼货变一批一片卖，当然有钱啊。竹夹加阿吉。在我这边是为企业，他们其实是生鱼片贩、冻贩，因为保存新鲜。啊，他来台湾找我，哦，所以我去那边都会被他们款待。不过蟹呢，就是新鲜，老板现场将出价。那他们是大企业家，都是大企业家。我们这主持人不敢吃生鱼片，他是猛吞进去的。对呀，味道。所以我一起是客气话，知道吗？哦，不是好吃的意思哦。日本人跟你讲我一起是因为客气啊，哦，不是真好吃的哦。那这就要拉个酒庄。哦，日本人是要心理。那就会开始哦，新酒季啊，什么季什么季什么季。这里吸引观光客也有在地人，一头白发的老板，非常的高。那、啊、这个都是传承的品牌，哦，所以我才说地缘酒庄这件事情是跟地域发展一起发展，哦，不是日本就有地缘酒庄，是每个地方都有地缘酒庄。大家看到最后一件事情是，食材是王道，对食材好一点。像我们家是在基隆，在康华店旁边。我爸爸是长久，就是我从小就跟着爸爸钓鱼，我们倒没有到捕鱼。我回去偷害头鱼，我就是在观察渔业。坦白讲，看到都吓到。其实渔家很赚钱，只是没有价值。渔家很赚钱，因为你又不能出海，你吃鱼就是要靠捕。随随便便你有钱就可以出海了，可以买船了，不行，入手很难，对不对？所以渔家只要会扛，拢会赚钱，跟农家同款，倒倒扛拢会好个。可是就是没有价值，我发愿就是要做价值。后来开始做体验经济，带人出海钓鱼、捕鱼，就是把体验经济转换成教育类。那时候没有讲不出来，二十年前你怎么讲？海信才刚开。可是我就坚持这样子做，才会在休闲渔业里面一直发展。其实我遵守，我一直以为哈，跟你们交往哈，我一直以为来钓鱼的人是什么人？就是偷偷啊，保兵人，保利打批，然后来了就别揪来，抽干两标，大家听得懂哈？可是当我开始回去经营，我用我的条件去经营的时候，我来的人是国外留学回来的人，源自大学的校长。是社会有氛围的人哎，我来采访的是天下，是商周那个年代，差在哪里？一向是做钓鱼，差在哪里？那时候我没有能力再去做网络平台，虽然我那时候我创了第一 EasyFly， 我是网络的第一代精英的，我回乡下去做，我都没有办法用到网络，因为来不及，太忙了，回去什么事都要做，所以你讲农民辛苦，我可以体会。哦，但是来的是我慢慢做出价值的时候，我开始进学校去研究，
所以我现在可以把台湾的休闲渔业带到一个程度，是因为我让渔业骄傲，鳗鱼会骄傲，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买不到啊，你没有我跟你讲，你买不到，你信不信？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条件，我在带我的渔民去日本的时候，大家去居酒屋，晚上去吃烧肉，我说你们看到什么？食材是骄傲的，每一个店都要把食材标出来啊。你消费者会看啊，台湾有没有？为什么没有？长久以来就忽视啊，我们都把它藏起来啊。台湾都把最好的放上面，最坏的放下面，告诉你们这人很好吃啊，回去才知道烂掉了、啊。日本是把最坏的放上面，哪怕只是衣服上面有个毛屑凸出来，这件就打三折了、欸。他就告诉你这件衣服这里有一些瑕疵。我去竹地买苹果，只是裂开，破手裂开，就七颗1000块，1000块台币才多少钱？大颗了呢。他说因为可能比亏了，啊，所以不好看就卖了这个价格。回去一吃，哇、哦，真好吃。我就看到这个世界怎么不一样，对啊，我觉得有机会是要从农民下手，我不能从市场的人下手。最后一堆，最后一堆怎么样？就是为了最后一堆，对，很难牵手。可是你去希望广场看看，就看到台湾农民了，到结束了还不会促销，还不会断打折，为什么？因为都是我们辛苦耕耘来的果实啊，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再来就差在场地尽量收买客人，不是便宜，不是吃到饱，是用七大提款机让他付的满意。给你们个概念，消费者出来玩是不是都带钱出来？没有花完是谁的问题？产品的问题，听得懂吗？所以你就要去思考。所以因为这样的条件，你看人地产的结合，这一些人事物的结合，回去就盘点起来。第一个部分是人地产的地的地域条件跟环境，或许现在有点恶劣，现在有点不舒服，现在看起来有点脏，还有机会改变。你就是要回去改变的。年轻长辈们都觉得我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没有消费者思考，要从消费者思考。所以我们现在都训练的农游大使嘛，我都要求农游大使要贴近地方。如果只是导游在卖不该卖的，讲不该讲的，那就不叫农游了，对不对？农游就是什么？跟农民站同一边，为消费者思考，变成大家就一家人了，不是吗？那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吃。那天我去新北导游协会帮他们上课，第一位老师就讲那个怎么卖啊，带到阿里山就要带到哪个卖店啊什么。我听了怎么会踢孔，你知道？我第一个上来我就讲这句话：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想参加的行程，你会推荐吗？连你自己都不想买的东西，你会卖吗？你们都摇头，对不对？那表示他们是昧着良心，听懂吗？所以我就说，这个整个结构上是不一样的。农业我们要诚恳一点，我真憨啊，讲话，但是我真实在。职人教育就是要告诉大家，把专业跟消费者讲完之后，他不买没有关系。我都跟消费者讲，你不买都没有关系。就不要在农民前面杀价，可以吗？嗯，可以接受吗？可以哦，这是安德老师教的超好。因为不杀价不买，农民会紧张。那农民呗，你开始检讨你的商品了。哇，你农民卖的这么贵，大家年轻人来看，对不对？所以我就要调，要懂消费者在想的，去拆解他需求，找到那个他的需求，市场就打开。举一个例子，机能，哦，假设种香蕉，对不对？香蕉谁最需要吃？你知道吗？啊？啊，对对，运动，对不对？跑步，像我侄子他们长跑的，去比赛，我都要送香蕉去给他们吃，对不对？诸如此类。那上次有遇到一个是种杨桃的，什么时候喝杨桃汁？很惨哦，那之前被人家讲那个钾太高还是什么太高，就那个东西就瞬间消失在市场，种杨桃的人就挂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研究的能力要强，产学合作的能力要有好，所以地方来讲就慢慢改变，啊、再来是产，不管一加二加三，一乘二乘三，不管所有的条件，
我还是要求这件事情直售放第一。所有肉最后做下来就是直售，不要客气，农民们，不要说卖是别人的事，那你会种不好，你会种不好。卖你没有卖，你怎么会种得好？你怎么知道消费者要什么？你怎么知道怎么改良、怎么改变、怎么，对不对？再怎么凭感觉，都要以市场为依归。好，在日本看到的那么多直售所产生一个很好的效益，就是每个地方今天卖了多少瓶，卖了多少的量，其实都有数字。假设一样是种葡萄，这一排都种葡萄，都在同个直卖所卖。今天有看到钱，今天晚上看到钱，这两个葡萄都先毁掉，因为一个葡萄农大概有一半的桌子的柜子在，下面有一两可以补货，卖完了他可以再补货，他也可以选择让它空的。这位同学刚来入农，还不太会种，种出来的葡萄不大不紧，所以他的葡萄最没有人买。一样在日本同一个柜子哦，哪怕你价格很低。不好意思，人家高价先卖掉。请问一下，我是这个超市这个道之一的议长，我怎么处理这些事情？你们知道吗？进柜的农民都是伙伴关系，就大家都要接受检验。第二个，假设他卖得很好，他卖不好，我们就会派资深农民去辅导他，因为大家共好这件事情是一起要好。但是他再卖不好怎么办？就鼓励他转做，台湾都没有这件事情，对不对？就叫你们一直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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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不掉政府收，对吧？有吧？有很熟，日本不是？那转做就表示你已经做不过他们市场，你就没有竞争力嘛。啊，你还硬凹没用嘛。啊，如果抓到，表示很快手，以你为例。啊，今天上面出门没办法，叫我们压掉，可能验没过或什么抽验没过，怎么办？剃光头，以前叫切腹，现在叫剃光头。我们问他对不对？跟你讲，剃光头他们就已经是一个重罪了，重犯了。坦白讲，如果再累犯，可能其他直售所不会收你的货了。在日本，这是一件很严重的问题。台湾呢，在拍卖市场被验出有货，只是剃掉不卖而已，一样流到自助餐市场，得过且过啊。差在哪里？农民我们自己要自立。所以你们未来直售所去做品牌、做体验，要不要比短售更认真？消费者吃着它，一定吃着它。所以这张图最重要哦，来啊，越来越重点了哈、哦。后面一点都不让你们思考，要直接进入状况哈、哦。你看哦，刚才讲各位的品牌是在这里，地方发展是各种的大大小小的品牌，有加工厂，所以我一定给他们做加工合作。哦、大用品牌要建立起来，其实你看哦，大家要常常凝聚共识，创新产品跟创新服务，这里就要集结了。这里政府会帮你的忙，农债计划所有的条件、地方的合作、大学进场，都会在这里帮你的忙。好，老师教你们四个字：食学玩买。食吃在地，像我们吃在地的观念，消费者渐渐有了哦，有没有？哦，这是哪里的牛肉？哦、澳洲牛、美洲牛，有没有？对不对？哦，对，这就是出事了就懂了。哦，慢慢来。第二个来学，学什么？你去 DIY 了，达人带路了，跟谁学？好，以前我刚开始入行学的研究都是地方知识不足，你 DIY 都是长辈嘛，阿公阿嬷嘛，地方知识不足，老师们的研究报告都是写知识不足。我现在转化给你们听，他是来谁跟谁学？你学阿公阿嬷的智慧，学原住民的智慧，是谁知识不足？是消费者知识不足，可以接受吗？所以那个知识不足不是学历，是老农的知识，老农的判断气候，哇，这混安尼吹，一件套人，哇，大家都好听啊，哇，诸如此类。好，所以学你在体验活动上要为他们量身定做。刚才我们说体验费，有没有收这类故事款？为谁量身？为长辈量身电脑的，不是我们年轻人。为长辈，长辈出来解说开不开心？又拿到讲师费开不开心？哦，我们最近在宜兰，我在办古曼苗，把曼苗的长辈出来示范，开不开心？本来冬天要冒生命危险的，现在夏天，对不对？不用古曼苗就有收入，好不好？重点是大家在听他讲怎么不慢秒哎、欸，啊，
学完呢？不是流程，是生活，换生活。好，不要一直做香皂，好不好？没有人一直在吐香皂的，手工皂不是吗？在地方看就是这些商品嘛，对不对？哦，你在想还要什么？换生活，生活需要融入生活。哦，不管是舒压，不管是养生，哦，不管是健康，都是消费者重视的。从这个角度去切是对的。哦，那最后呢？直接跟农民买，在产地买，不杀价，直接买。不杀价是买你要买，买你买得起吗？买你的支持力。我都讲，你看到，哦，我花钱在台北买，收入又不是给农民。我在产地买，我收入是直接照顾到这个家庭，好不好？我做过最高端的是在纳罗部落，就是因为他们送水蜜桃下山都扣凶，送到企业都起凶，果物都伤到，后我就发动是那就上山买嘛，那就半流程。啊，半流程不是车子会上山吗？啊，不止半流程，还可以把你家的二手的，不是二手，那个小家电啊、书籍啊、玩具啊，捐给山上，这样的话，当你会捐，你就是好人，对不对？嗯，这很容易过滤吧？当你有这个心，开不开心，捐给他们的教会，然后呢，再买水果下山，因为你有车子上去，对不对？啊，就会满满的在农场带物资上山嘛。带农产下山，扣凶剩下你自己。那开玩笑，我的意思是因为原住民比较没办法用好包装，因为包装它重，所以那货车上回来要给你烤，给你烤。那消费者在现场自己采果或者是买到回来，自己会珍惜之，感同身受啦。这又是另外一种活动的包装，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师兄，我买之后呢，透过了刚才七大提款机，我看到在中间，是不是展商品出来的？啊，吃在地，体验场域吃在地，透过行动厨房顺便到店里的餐桌，这几个可以联动，联动完之后就变一级、二级、三级的产品，之后最后变地方的特色品牌，这才可以长久经营。人少少的都可以做这个图，先。可能 CP 值不高，假设从不高开始，可是你有三个农民加上两个社区妈妈，加上剩下两个青年回来，这都是条件，听吗？最后回到这件事情，把品牌擦亮，从小社区到村庄，到乡镇，到县市，到打台湾飞，农业就是这样集结，地域特色就会出来。所以要长出来，才知道你的特色在哪里。而且你们出来要讲自己地方特色，会不会？老师不是说问你哪里来的吗？种什么吗？做什么吗？你上课就要去分享自己会什么吗？好不好？你出来就代表你的乡镇了，对不对？讲不出来那就很有趣了，听到吗？想一下哦，这就是盘点资源，这是老师的工作。你看哦，你一个地方在发展。有多少人在支持你？哦，从农业、从农委会、经济部、观光局，你知道吗？你没有到产业，这些人都对你无效。你没有提款机，这些经过的活动都跟你无关。你也不会做生意的。提案来看的话，我照忙啊。游客来看了，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老街人潮多不多？多，跑到谁？租房子的人，都外来经营，停车场，对，一小时一次多少钱，对不对？不人都来了，你们都没想好服务大家，对不对？叫昨天上阿里山，我没有消费就下来了。我不是不消费，我是找不到买什么。我再回去想要买山葵，很贵哈，恐怕不是在地的，我不知道，因为。这台湾现在就有这个特色，高丽菜好不好吃？香不香嘛？可是哪里买？不是这边，是宜兰女士，就散落在地啊。那这一定有人吃的。那天什么？日本有农协观光 JA， 那农协的超市充斥了在地的产品。台湾这件事情现在才开始，太慢了，农民要自己做了，听到吗？你看我这样一买，会不会买一箱？会，因为
因为我怎么会一箱回去自己吃呢？回去要干嘛？所以我在他们的道之意，看到大家都在填宅配单，你知道吗？因为在寄葡萄啊，那填宅配单会买几箱？对，为什么？啊，送给妈妈，因为他产地买真的便宜啊。啊，就开始寄给谁？寄给谁？一买，起手是两箱、三箱、五箱。啊，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体验活动，你一定要有宅配单，一定要有预约概念，让消费者有当下没有货没有关系哈、哦，学会了吗？都去想了、哦、哈。所以你看到、哦、集结大家，这是我在做的事情。集结有养殖的，有养虾子的，哦，这位还是一大的老师，你之后可以去找他，好、哦。那义娟，李义娟，这个老师非常棒，他是学畜牧的。他本身是家里在花莲养虾，他是用无毒的概念，非常棒的概念，他学生都超喜欢他，我也是，我都会帮他哈。啊，这是我们养九孔的，哦，这是青农的会长，哦，这是做有机农业的，哦，这是渔家的做船钓，哦，那你看不同的概念是把大家串起来，啊，你们都有七大提问是这概念，他自己想题目框起来。我们在体验活动，我们叫做食欲酷乐园，哦，叫食欲酷乐园，哦，好。后面我快一点，哦，这个问我今天不多提，这个比较难一点。这个是去运用厨师，改变食材，所以酒不会自己说话，不是老板说话，谁说话？主厨，昨天。电视节目来，主厨用了他们家的特色食材，然后做了几道料理。主厨说话，价格才会撑上天。好，借力使力。所以你看哦，我们在宜兰也办了不少的餐桌。哦，但是等一下看办的餐桌，这是餐车，我们也买了一台餐车，办便当，办其实都很简单。也做我们就不是以厨艺为主，是以食材为主。厉害的，这是我最棒的一场餐桌，在那里？官邸，这也不是谁，这就是咱们的总统。他问我好多好多问题，因为我在一路说菜，上一道就说一道。我看他这里，在画面摆就很好啊，这个菜很棒哈、啊，到最后一道更棒，就是总统已经吃不下了，他人很客气，他还请我帮他打包。他说这回去我刚好当宵夜，就跟用一个非。原住民的传统的腌猪肉加黑糯米，那每一道菜他都吃的非常的，他很喜欢吃土豆，所以说呢，依然都到我家。好啊，水务跟我讲，总统想吃就可以给他加，哦，他就一直吃土豆。哦，那没有别的，其实我就跟各位讲，农民最大，食材最大，但是我们要自重哈。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做价值分配。哦，我们要不要自律？要不要自重？不能叫别人要求我们，知道吗？就检验这件事情就是了。总要可以叫政府补助你才检验。你对消费者就是要看这个检验的，想尽办法就是要做。大小自己看市场，哦，时间自己判断，哦。那你看官邸的食材餐宴，那我的东西就是官邸宴的，安乐花的米啊，你可以买。我好一家，你们去我们做的米啊，是国宴的，就可以来了。然后吗？哦，所以这也就是特色。哦，那再来就是我们常常地方有社区总体，知道地方发展。刚才那个生态区或那个提款机，知道吗？都可以跳了哈。你、哦、看地方不见得每天有活动啊，社区这个季节刚好什么活动，你就可以串，你就可以串，慢慢办出个所以。但是要考各位，它、啊、最后要有什么？买。我们现在最常遇到的就是做到最后没有力气买，有可能。记得哦，老师也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哦，就是要买哦，不要客气，就是要买。好、哦，啊，消费者你也不用客气，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你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好、哦，这就是消费者要认同。那、啊、老师现在在做的就是大众杯小观光圈，好、哦，我就用观光在带地方农业。渔业体验场域，你看到七大提款机了，表示什么？都有商模了，对不
都有商品的，都可以买卖，都可以增加的，好不好？就是累加的，上到轨道了，就有高铁，就有班次了，对不对？就有车站了。但是如果都没有，那就还很远，就还很远。好，记得哈、哦，因为老师比较整合者，所以看老师在组这个观光圈的时候，我也是全台湾的示范。啊，为什么？因为宜兰是多样性，我有19个乡镇，宜兰12个，台北7个，新北7个，19个乡镇地方特色多不多？多、啊。像我前天是跟彰化先生我在讲，26个乡镇怎么会没有特色的？还真没有特色。我讲彰化没有特色，不是真的没有特色，是人都进来了，可是真的要主轴是什么？刚一盘菜，一道菜，我们家重心是啥？拢有啊，啊，就台湾的特色是啥？大锅炒啊，因为彰化人很低调，是因为大家都各自赚钱，斧头嘛，探几箱，探龙探几箱，啊，大家就观光上就弱了。我用分期比较出来的时候，发现彰化真的很弱，观光啊。啊，为什么旁边有南投，旁边有台中，饭店在台中，景点在南投啊？啊，彰化找什么？想啊，出钱啊，出钱，脊椎，也真的哦，也真的。所以来说，光我在吃便当，一堆观光工厂老板来找我，我听到至少有3个人要盖新厂，快吧？大家都在问我，我说你盖那么多干嘛？彰化县城的钱多，哦，但是来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做一个工厂的祭典，在一个公有的空间活化的场域，把大家的产品集结，变成彰化品牌馆，还是台湾品牌馆？因为他们的代工做得很好，就是差在比较便宜。这是彰化的，彰化还刚进厂而已哈。好，这部分也去哈，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哈，就是我们在壮维沙丘，我有个游客中心，我租了5+5+515年，哦，老师你救我哈。那我收到了照顾跟青睐之后，在整个场域里面，我们就是类似在做品牌概念店，把所有农产的品牌，所有的可以买卖的东西，都移到了一个固定的场域去经营，这我在学日本的道之意。好，那接下来我会整栋规划，我们是一栋绿建筑，很漂亮。里面目前是有蔡明亮导演的展之外，旁边有咖啡馆，那我接了一个直售所，那旁边未来还有20公顷的农地，我要让农回来耕田，牛，哦，让旁边有农业体验场域，让旁边就有农村的色彩，就是保持那种感觉。那旁边还有大地艺术，后面还是沙滩，还有坎沟，冬天有古曼美，听讲没有有趣？跟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壮维是什么？70%荒废，差在哪？看一下片子好不好？哦，带大家看一下他的老师的网站啊，这个是我们的官网啊，那就查娱乐天地4个字，在首页部分其实就已经把产地直售的概念。你会发现，刚才讲的那4个实学完满，不用担心学走好不好？我也是学竹地的，我在竹地看到这4个字，我超喜欢的。解释是我解释的，啊，是我回来自己解读的，哦，但是味道是这样子。那再来是，这是我们在做地方发展、地方议员的概念。就为什么我要跟你合作？你要想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啊？我有很多的议员条件，说把我自己的团队。变成了应援团，我们在跟地方应援团就会很久。应援是什么意思 ？OM， 来应援 OM， 你可以叫 OM， 这是应援。哦，甲子园应援团，哇，加油加油加油！需要消费者应援我们，需要啊、哦，我们一起做。再来看一下啊、哦，先看我们用食材去串地方这件事情。收敛七大提款机都在这里。食是最容易吸引消费者的，好，所以金吾兄有讲，办餐桌总是很热的，这是第一个，才开始。怎么留客人继续？那才是我们要想的。那七大提款机可以延续，哦，去想，
这就钓虾，啊，你猜得很准，啊，他烤虾的场面也规划得很棒，哦，啊，这是泰国虾，淡水长背虾，南部的虾，北部蓄养，哦，这是养九孔，哦，这是九孔村的龙须菜，换生活。品尝食材原味，有机农业，啊，做初级加工，啊，这是牛头狮有跟学校。分享给消费者，很多的产品就会浮上来了。啊，冲的油啊，就做成了面油。啊，这个在渔港边，啊，这是一只钓的船，啊，这是沿进来的船钓船。教消费者会煮菜，他就会买食材。那，啊，食材越简单越好，因为啊，应该讲煮的料理过程越简单越好，消费者才会愿意带回去煮。哦，所以这就是透过食材餐厅展演的一段食材的故事。哦，少年那下的剧本，老师下尾出来了。那像我们走爱聊吗？哦，聊吗？我就说让年轻人去发展，这是第一段。那时候是我们还没有场域，现在我们有场域了，我们就说有青年逐梦聚落，开始固定的场，把年轻人创业的故事就会带出来，啊，所以你们要联合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的所有的活动串起来就变成食育酷乐园，也是我们的品牌。啊，你们可以去想，哦，大内高手，我的天。之类的，还是大类什么的，哦，现在年轻人很会去做这种小编哦，写故事。那，啊，这就是从宜兰湾延伸到这边了，有没有？哦，养殖，这以前念高科大的养殖。石斑属于亚热带鱼种，那我们在成长的话，会比南部会多三个月的养殖时间，基本上我们是以纯海水养殖。它生长速度会慢，就像我们宜兰的气候，它的速度会再更慢，但是相对的，它的肉质会变得更结实、更均匀。多花一点成本，不抽地下水的情况下，对于我们宜兰的永续发展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会发现大家在彼此做什么？成品牌。可是，如果你没有品牌，大家很难一起聊天。光无力感。我要求大家都要有品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合作的加工厂。我们是宜兰101公里海岸线的鱼特产，它是用定制鱼网跟定制钓，对海洋生态最没有破坏的鲜鱼。胡大品它是我们的根本，是特定的鱼种，但是长到6到8公分，现在只剩下我们宜兰线跟花莲线还没有受到。它也到公安工厂的稳定的胡大品在。那跟地方的合作，所以不管是直接合作、间接合作。还是行程上的串联合作，公司合作。我们会比消费大众更珍惜这海洋的资源，我们的环境把它保护好，海洋有戏就会有希望。哦，这是我们的基因。我是石考的创办张振洲。啊，跟主厨合作。所以我们现在跟不同的主厨在合作。这段时间，对他对生态是有帮助。这个时
间点，这个季节鱼正在产卵，鱼池塘，那就把它打小的不吃完。这个体型过小的鱼，你不买，甚至它就会捕到。那我们告诉消费者选择的时候，他慢慢就知道。哦，所以这是蔬菜，对不对？怎么吃？哦，我觉得它没办法有及时性。我都没有把它弄得很难哦。但是它会各种农民版本对我来讲就是容易入手。啊，自己做特色，第二个特色，擅长写文字，擅长写什么，你就去做你的特色。地方的就业机，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品牌来代表地方。年轻人在这个角色的扮演里面，他创造品牌而创造故事，而长出地方的发展可能。其实长辈他有机会继业，传承给下一代，继续做农业或继续做渔业。就像那么多的青农回来，也就是学着跟这块土地重新相处，重新适应它，而重新长在这块土地上。欢迎来宜兰玩哦！所以一样的道理嘛，你看我现在从渔业、农业，现在到大观光圈，你会发现，你准备好，人家才可以跟你合作啊。啊，你无商品，你是要干公家，对不对？咱真侪农民讲，我真侪米啊，米啊是米啊，商品是商品的，你的米啊要卖贵哦。你的米尔是否准受啊？你工费有钱的呀？可是你变成桌上一道菜，变成一片生鱼片，会赚钱的。啊，这就是到服务业了。啊，到服务业了，不管是在露营吃到，哦，在野餐吃到，都是特色。那很早之前我就做了这件事情，是跟厨师打交道。你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带厨师下场地。那这些是青年厨师，他们会一个月利用一天出来做公益。利用他们做公益，我带他们看场地。我跟厨师打交道。我们也不会要求他们特别为我们做什么，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经营在考量。可是只要有谈到可以合作的空间，我们就承诺。好，这些厨师不是只有北部，是全台湾的。阿浩有个厨师，我也去到他们家去协他们做菜单料理，啊，就跟地方的食材去做合作，啊，这是我们烘焙的加工厂，官网上面都有，那再来是秀给大家看，是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叫做啊，你可能看不到，叫影像媒体。好，那影像媒体呢？上面有平面报道、跟影音报道、跟台日专区。好，几个台日专区给你看，你就点进去。哦，这些都是日本的创生案例。我举这个例子为例好了。好，这是我最开心的在日本的企业。哦，这整个专题都是讲日本的偏乡的创生。哦，我们看一小段。日本最美的渔村叫伊根町，这都是一个乡镇发展的案例哈。日本就是慢慢累加、累加、累加，也没有一次到位。后面都是传统建筑。生活就可以做一百年，听得懂吗？体验不会做一百年啊，三年五年就被取代了。只有恢复地方的生活样貌，而且会越做地方越漂亮，因为你会恢复。哦，那我们现在都该恢复。永续的概念就是做久、做长、做效益。哦，我不能叫大家都保存，但是没有获利率啊。老乡镇就是这样子，所以要做出获利，地方就有人跟。
图片都比不到现场看的美，那根本就是梦。作为一座船只和船坐垫的空间，那人民生活在哪里呢？就是在二楼。我们现在来到二楼空间，哇，非常传统的日式建筑，这边依山傍水的，一定有非常好的 view。哇，你看，果不如其然，你可以看到整个海湾，非常的平静无波。先讲这很贵啊。越是文化资产，像我去住那个农民家也没有便宜哦。可是它的一破二十，那个十是让你会记忆的。他们都不是在住给你很贵的条件，都是那个一破的二十，让你留下记忆。那我也提醒你，民宿没有二十，你的设施就要很好。大家都不备晚餐，大家就会挑设施设备。当有晚餐有温泉，那个民宿就历久不衰。日本的习惯，所以他们的一波二十是以人计价，这也是他们的定制文化。日本对于货本来就很，一开始他从源头就很秀回，你知道吗？在我看他们的鱼货跟大家比起来，台湾其实多样性，那你鱼见比较整，比较多样。日本因为越来越冷，海水越来越冷，相对的鱼货单调性就会很单一。但是他们把每一尾鱼都分级分类，做到可以刺身、生食、定食、炸物。这打过鱼也可以打到外国。那咱清丁、清溜、高卡长、高卡砍，所以咱的鱼啊很多技巧啊，所以大家做饲料嘛。一样是鱼哦。因为这是内湾哦，是安全水域，所以它每家户户后面都有船屋，跟游客民宿就是一波二十一家出海。主要是那个夕阳太冷了，不是钓到的，这尾鱼是眼睛瞎了，钓十分钟不中，而且不是正吃，你看是勾到下腹，对吧？不小心勾到。而且主要是我去看了很多的乡镇，都是生活，我才跟你们讲说，不是采摘，不是超客人，是闲情。忙完了之后，坐在树下乘凉那件事情，那个是最高档的生活，所以不用搞那么忙，想就想，什么情境下它是满的情境，有没有？这才是产值。对，所以偏乡没关系啊，三分提重症听起来都会过。大列这种乡镇听起来都很痛，因为就是我们要做的创生的目标。想看完哈，片子我们都放在官网上哈。这是我现在在做的哈，这是我办公室的伙伴，大概都是八年级生，除了我之外哈，所以我故意用年纪轻的来拉低我的年龄，那我也让我自己可以做久一点，所以现场很多的长辈，对不对？要做久一点，就是跟年轻人合作，你不能再想自己要再多做几十年吧，那没有别的，我都把他当自己的儿女看待，因为跟我的小孩就差不多年纪，
啊，当然有很多不足的，这是先天的，不是吗？也是我们教的啊。啊，但是像我的这个秀宇，今年也考上东华的博士班。啊，这个婷宜现在正在念台大的硕士班，都代职进修。我让他们有进修的条件，他才会跟我啊，对不对？他也不是一直跟我改变社会啊。哦，啊，这个都是我在大学发现的，这个在台中发现的。那就我有宿舍，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很稳定的在一个地方工作，而且有价值。啊，再来呢，就是你可以看啊，在官网上这都是透明的。我们现在正在做青年主控室，你看每个人的历练都在做什么事？青年跟谁走？跟他们走。所以每个人的后面都在一直不断的累加资历。这才是人家愿意来的嘛！像我这个徐刚，第一代现在在念农经博班了，台大。你看他在我这边做完之后，他有能力更往下走，这就是条件。所以才鼓励各位说，其实很多的事情是这样的事，是阿德老师现在在做，就是把研究做出来之后，透过一个公司的发展，透过地方跟学校的合作，扩散效益啊。我教你们，你们不见得会做。我叫你们忘掉啊！我叫你们忘掉啊！那出去，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想起来，因为你会内化成你的东西。好，那今天也谈了一些案例跟想法。那记得哦，把这个官网就记下来，好不好？就打老师的娱乐天地。那没有别的，就看看上面有一些影像，而且我国内的更强哈。国内的报道我大概算是最完整的。我们有整理，就是在这里的影音。有没有看到？哦，这是最近得奖的《镜周刊》，所有在做地方创生的所有的案例，都在这里，一集一集哦，看了你就懂，你就变专家了。啊，你看这些要花多少钱？没有花钱，做一集没有花钱，因为媒体会来找我。啊，像这个哦，新闻杂志拍的，哦，然后台视拍的，你看都陆续从以前到现在，我都把它记录起来了，哦，所以这里就是很珍贵的职场，因为发展的过程远比结果重要。今天的成功不代表是明天的成功，因为我们还是叫进行式，哦，那今天也用这样子的一个案例，让大家乱一乱，哦，头脑都跟着转。十八岁的有没有在转？听得懂对不对？啊？不会啊，因为你还那么久，对不对？你很快就会在念硕士了，就像全登大哥的小孩一样。对他讲的是休闲农场的任性，做了就懂了啊！你现在先知道有这件事情就可以了。再来就是亲身经历了。我的学生在大一、大二上我的创新课都会懵懵懂懂，大三就会来找我，老师，我终于知道你讲什么。你也进场了嘛，哦啊，都很有用，那就好了。大一、大二不懂，对不对？你现在连大一都还没到，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听得懂一点点，老师有叫你忘掉，出去就要忘掉，有一天想起来了，那就你的。好，再次谢谢各位啊，好，谢谢大家。